那个去追踪一下啊，那个谁，你也请民进党的来一下嘛啊，好吧，好，委员来一下啊，哎。啊，美女，拍戏啊，干嘛还钱呢？啊，报告委员会出席委员十一人，已足法定人数。各位委员，我们现在就开会，进行报告事项。请宣读上述会议议事录。立法院第九届第二会期内政委员会第三次全体委员会议事录，时间105年10月5日上午9时19分至下午4时19分，地点本院红楼202会议室。出席委员赵委员天林等15人，列席委员郑委员运鹏等18人，列席官员内政部部长叶俊荣等。主席赵召集委员天林报告事项：一、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确定报告事项第二案至第六案等5案，决定第三案至第六案均准予备查。讨论事项第一案，处理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有关内政部预算冻结项目报告案计15案等4案。本次会议采报告事项及讨论事项之综合报告询答，内政部部长叶俊荣报告，委员陈怡杰等20人提出综合质询，均经内政部部长叶俊荣及所属及其答复说明。另有委员江启臣等提出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并请内政部另以书面答复。决议一、报告及询答完毕；二、委员质询未及答复部分或要求提供之说明资料，请内政部尽速以书面答复；三、处理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有关内政部预算冻结项目报告案计15案，第一至第三案均决议准予动之，第四案决议准予动之，另通过附带决议一项，内政部会同原住民族委员会于1个月内开会研议土地法第14条第一项规定与原住民族基本法第20条第一项规定有适用时之处理原则，后续由原住民族委员会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34条第二项规定办理。委员黄昭顺、陈超明、林立禅、郑天才提案。第5案决议准予通知，第6案决议继续冻结100万元，其余准予动之。
第七至第十五案决议，第七案至第十五案均准予动之。五临时提案，第一案决议不予处理，第二案决议照案通过，第三案决议照案通过，第四案决议除后段修改为内政部应于三个月内就地籍资料库主动清查登记于该会或其附随组织名下之不动产相关资料，并送本院内政委员会必力清查是否有不当取自国家之资产流向，如人拒绝提供上开资料，内政部应依法处理，于照案通过。五、预算冻结项目业经审查完竣，拟具处理报告提报院会。六、讨论事项第二案至第四案另定期举行会议处理。讨论事项第四案委员如有相关单位预算之提案，请于处理二日前送内政委员会会诊。散会，宣读完毕。请问各位委员，上次会议的议事录有无错误或遗漏的地方？那如果没有错误或遗漏的地方，那我们就确定议事录。大家有没有意见？没有，就照这样通过。来，我们再继续进行报告事项，请宣读。邀请客家委员会主任委员李永德率同所属列席报告业务概况，并被质询。宣读完毕。那现在啊，我们会议就开始。首先啊，我来介绍列席的官员。我们客委会，我们的李永德主任委员，还有综合还有。廖主任秘书有没有来？有来啊，看到你来了。两位副主委没有来啊。好，这边有名称，我问一下啊。还有综合规划处的江处长，还有文化教育处的范处长，还有产业经济处的吴处长，还有传播行销处的孙处长，还有客家文化中发展中心的何主任。还有秘书室的黄主任，人事室的徐主任，还有主计室的薛主任，政工室的张主任。好，现在啊，官员，我们列席的官员介绍完毕，那我们就请我们客委会我们的李主委报告。主席啊，各位委员哈，太感恩座，太感后哈。今天呢哈，那个客委会哈，应邀到那个我们立法院内政委员会来报告哈。那么，这个首先呢，要对各位委员呢，对于客家事务的关心跟指导哈。那么，空话做的哈啊。OK， 好，谢谢哈，感谢主席了哈，本来好一个机会了哈，今日报告呢哈，先跟大家讲哈，这个报告就讲上一次呢哈，立法院呢有像用到了报告给他时间呢哈，就提出哈，就任以后呢哈，对于立客家委员会的业务啊，一个理念呢就秉持。蔡总统的客家政策的主张啊，全力推动客家文艺的复兴哈，并以文化价值的哈，策略发展经济哈，让文化生发生态哈，三样形成一个有机的连接，加以创造下一个客家美好的时代哈。今天的报告呢哈，有两份，一个书面报告哈，一个更详细哈，请各位委员参考。我就从那个口头报告一份东西呢哈，来听他个简单报告了哈。不太面向了哈，就客家委员会的业务呢哈，未来比较个创新的部分呢，啊，同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报告。第一呢哈，就客家语言哈复苏方面呢哈，本会呢相当。奖励地方政府推动客家语言以及文化整体发展的计划，将来结合地方政府哈共同推动汉语成为客家中的通行的语言，并给规划呢哈客家语言友善环境的表彰哈，不仅希望汉语无障碍，还要积极哈让人感觉到讲客家非常吃彩。另外呢，
也为了积极复兴的客家话，本会呢哈集中资源，全力啊来培养客语沉浸式的啊教学的资源体系，推动客语师资的培养哈，提升客语教学环境的品质等基础的工作。第二点呢，在语文推广方面呢哈，推行有好多年的哈客家同化机呢。跟客家的十二节庆哈，十二台节庆，将改变以前哈嘉年华式的哈来发通，将来要回归哈，安尼客家文化的本质，就会山林文化哈，对山林哈已经重建哈，并挖掘哈安尼个节庆的价值哈，共同来塑造哈一个新的哈客家人文的精神哈。作为发通的一个主要的哈，那个定调了哈。另外本会呢哈，也有拟定哈那个客家文学的哈，那个作品了哈，来翻译成外文哈，翻译成日文，然后英文，然后甚至西班牙文哈，来将台湾的客家文化、客家文学呢哈，向全世界哈来推展。啊，透过一个机会呢哈，也让外界哈，给资商呢。来了解哈，咱的客家的哈文化，因为咱的客家文化呢哈，已经有世界级的水准哈，故所以透过一个翻译呢哈，做一个界面哈，让世界来了解客家哈，啊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未来要继续来推动了哈。第三方呢哈，在客家中在初方面呢哈，行政院呢哈已经哈核定哈台三线哈浪漫大道的治理的平台。这个平台是省行政院级的哈，整合哈地方政府哈跟十五个中央部委啊，共同哈结合中央跟地方的资源哈，来协力哈来建设我们台三线的复兴的那个台计划了。现在呢已经开始哈，就台三线那个所在呢哈来调查哈那个骨头了哈啊历史的哈那个建物哈。自然的景观哈，文化哈，跟那个财产哈，等也都调查哈。同时呢，推动语文工作者哈，进一步哈来进驻哈，那客家庄，以丰富哈台三线的语文的内涵。另外也同步规划哈，长江的绿队哈，按华东哈，中古台九线的哈，台九线的漫游廊带了哈，计划希望打造全台湾美丽哈啊，咁富裕哈，那个新客家庄了哈。第四呢哈，在国际合作方面呢，将配合政府哈新南向政策，以台湾客家庄三期养猪的丰富的经验，特别新党哈客庄南向国际交流转换的实施的计划，另派国内三期的团队前往东南亚的客家庄。进行一个地方资源的调查跟互动的交流，这样一个机会呢，哈，建立台湾哈跟东南亚哈跟世界各地的客家庄了哈，给资源的整合哈跟共享的平台。从上一章日哈，新竹的哈，虎口的沙崎哈工作站，就交通台的高速的哈太良下呢，去到沙劳越哈跟那个新劳湾哈，两个街。路界的哈，结合一个姐妹平台哈，互相哈，协助哈，来发展啊那个客家的路沙旗哈，啊路界的哈。第五点哈，在强人公共参与方面呢，本会特别定当的是一个补助沙团办理强人客家公共论坛的计划，推动在地沙团哈，为强人朋友办理。内地的哈，客家相关的各类公共论坛，另外也办理哈后生的哈后生的回乡计划，后生回乡计划就是青年哈回乡的计划了哈。由在地的沙旗呢结合哈那个客家委员会过去几年来所扶持的逐梦计划的强援，推动客家庄哈居民共同参与沙旗的养猪，也期盼哈。这样一个方式呢哈，来强化客家庄强人创业哈，跟创新的哈一个资源体内了哈。第六点哈，在客家传播方面呢，客家委员会历年来持续推动协调设立的哈全国性的客家广播电台，
现在呢，哈、有进一步的哈、一个突破哈、发展哈、行政院已经沿着统一呢哈、试出哈、那个频谱不能使用哈、目前不应非啊正紧锣密鼓哈、规划相关的工作，提供的客家广播哈、永续经营的一个运作的机制了哈。第七点呢哈、在客家转型正义方面呢，主要呢在重新评比哈。评价客家人在台湾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的是非功过哈，一个也为俺的落实俺的蔡总统哈，珍视客家人文地景哈，让土地诠释台湾历史的客家政策的主张。比如讲哈，在1895年哈，乙未战争哈，做一个例子了哈，一个战争呢，还是全台湾哈有史以来哈，规模最大哈，最重要的一场战争哈。但是要从战争的哈，读历史上的哈，读日本史头也好，读革命党之争史头也好，全部也段历史被看破的。故所以我们客家人完全不了解哈，1895年都是当时发生的那个事情。其实1895年的哈，乙未战争的当时的，就为客家人主头的哈，一个反殖民哈，反侵略一个战争的哈，牺牲非常多的人哈。也结合、原住民、结合我们这个闽南族群哈，他搞冲统了哈，来抵抗一个侵略者，为了保卫家园哦。这个历史呢哈，其实对台湾来讲非常重要，对客家人来讲也非常重要。所以呢，这个部分呢，客家历史方面呢，继续哈来厘清历史的真相，让俺的客家人这个了解也让台湾人了解。客家人就台湾就1895年啊，几下时间的哈，就牺牲千多年的生命哈，共同哈来为台湾的哈发展哈，做出非常大一个贡献的。一个结合哈，那个客家哈跟台湾共同的发展，命运哈共同哈，也去未来哈，要继续作为一个工作。啊，一个历史的资源呢，将来也去建设哈，那个台山县呐，啊，非常重要的一个哈历史的场景呐，因为当时。乙未战争的其实主要发生的哈，素材就会图啊，头中没有一个地方，一个素材哈。第八点的哈，其实客家语言发展也好哈，文化发展也好，面临清代的挑战呢。客家语言委成立了19年哈，其实客家图中央政府哈，不分党派哈，图地方政府跟民间社团，客家共同努力之下呢，当然语言的部分哈，文化的部分呢，有相当的进步了哈。但是呢，其实一个历史的潮流呢，哈，一个少数的文化，从历史的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当中呢，其实悄悄的哈，会不断边缘化。尤其客家语言哈，客家文化呢，在过去50年，因为政策的错误哈，大败哈50年，给它重新哈而复兴呢哈，讲起来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挑战，没人敢谈的事情。过去啊，客家努力呢哈，的效果呢哈。有很多哈，但是呢，还是不能哈完全哈这个阻止哈那个客家话哈慢慢哈还是走向啊衰减的哈一个命运的哈。故所以呢，恩用版哈，用客家语言哈，彻底能够改革哈一个问题，用客家话哈可以重新哈去到哈也那个头白一种哈 TV 呢啊一个语的方法啊，就会透过法律哈法制化。故所以我们现在呢，客家语言呢，在基本法的修法方面呢，那么有积极都会进行了。基本法呢，虽然说在民国99年应该的有颁布实施了，但是其内容大部分呢，就一个潜在性的宣示了某一个强制性的规范，而某法律的书刊是在客家事务在行政上的作为呢。上哈，没办法哈，那个得到哈，那个突破哈，甚至来讲，各部分呢哈，对客家哈，一部分呢啊，也合众呢哈，也有过度的那个哈，那个关卡哈，故事效果呢哈，非那个又减少了哈，故事呢可能啊，经积极图的修法哈，对于客家语言的传承啊跟使用呢哈，有具体的一部分的法律的规范哈。所以希望呢，未来除了推动客家语言跟文化呢，哈，给予必要的一个奖励以外呢，哈，应该有哈一个法律的哈具体的规范哈，比如讲，从教育机关哈，对客家语言而做某个事情，
替哈公务员的体内哈，公会体制内哈，而做某个事情，都替奉上个政府哈，做某个事情哈，其实而有法律的书看哈，而有法律的规定哈，啊，你那有个根据哈，推展起来呢，未来呢，那我有一个哈，啊那个国货为啊一个方法，啊国货为一个规范哈，啊你那有办法确保客家语言哈以及文化的永续的发展哈。最后呢，跟大家报告就讲，你是不是个全球化的时代呢？在全世界呢，有客家族群黑的所在呢，哈，台湾呢，系唯一有一个完整的客家政策的国家，哈，也系最有民主自由环境，又可以提供客家文化传承发展的一个国家。台湾的经验呢，也可以成为世界各界哈交流的一个基础。从大家看来，哈，客家文化呢，唔单止系丰富台湾多元文化啊，不可或缺的哈一环哈。也重视哈提升各个整体哈人事里边哈一个创业的人数哈，也可以行业前沿哈，应该能打下个建设的基础。放眼未来，我们建立为族群后代及接扩播哈，我们客家的语言文化哈跟社会经济层的永续发展。那么，马来哈潜在客家哈观点的历史的哈一个解释看哈。另外呢，保障客家传说的族群呢，哈，集体权哈，从而哈，让客家呢跟其他族群哈，有一个平等的地位，在一块土地上呢，共存共荣哈。北非呢，当前中台义务哈，就会推动族群采取为客家文艺复兴运动哈。也简单哈，以上的报告呢哈，请大家哈，各位委员呢来指导。当然，客家语言会的工作哈，唔单止也不太方便啦。其他嘅过去延续嘅哈，也都政策咧哈，就书面报告底边咧哈，拢有讲到哈。啊，比如讲哈，对客家文化延续哈，对客家天师、客家传播等哈，就另外书面的报告里面哈，拢有详细嘅哈，啊你嘅报告哈，向各位语言哈来参考。以上嘅报告呢哈，向各位语言哈，致告哈，并拜托哈啊所有语言继续来支持。沈孟泰噶安置社罗兰，看不下。报告说明完毕。谈的是的哦，谈不是的，谈不是的哦。好，我们现在开始来行答。本会委员发言时间，8+2十分钟；非本会委员发言时间6+2八分钟。截止登记时间10:30为止。那请登记第一位，我们的庄瑞雄委员发言。主席早哈，我请我们客委会主委哈，那个我先来，我看没，那个传播行销处的哈，主委长，庄委长，主委，我现在最近看的，好像我们客家电视台啊，有一部影片呢哈，在网络上其实也看得见了，古风少年哈。你有看过不？跟委员报告，我没有看过。你这部片你也没有看过，有入围金钟奖，你知道吗？我知道。你知道，最后很可惜啊，就没有得奖嘛。但是他还是外界的一个批评啊，他还是评价，还是觉得说非常好看。对。那这个内容里面呢，我想可能是不是也来播一两段呢、啊？哦，注意听看没？好吧，我放给你听看没？呵呵。主席，时间等一下，好不好？遐小可机台。播放的时间暂时扣起来。那这个时段播放开始算起。创个出来呗。
家，先喝咖啡包，再喝罐茶豆，扎伦买珍珠奶茶、啊。没母相，你根本就没想要给他买爱啊！那妈妈爱爱我，讲你买小事啊！给你爱爱，给你弄，你爱爱我。这个主委啊，其实这些话应该你也听得很清楚。我虽然是很少去听啦，但是至少我还这句话这一段话我还听得懂。本席要指出来，就是说这一部影片啊，他得奖了啊，不，他入围了，可惜没有得奖，但是他评价也很高。可是呢，我看到这些内容以后啊，我会觉得很奇怪。同样一段话啊，你比如说刚看到的部分，那个干他字幕写的干你什么事啊？第一句话讲的还正常，第二个什么什么干你三小事啊？对对，还有什么干你什么屌事？我这个就听起来就很奇怪了。我特别要指出来的就是说，诸位，我们这个整个影片的要在电视的频道里面播出啊，那个是有分级的哦。有分级的是啊，根本当然来播。你晓不晓得公共电视啊？曾经被 NCC 罚过呢。那个传播处处长，给您注意解围一下。你不觉得很奇怪吗？两段影片里面啊，那个最后那个爸爸讲什么啊，或者没有字幕啦，当然那个看得出来是比较粗鲁的啦。是。那这部片你到底有没有看？这部片，报告委员，不好意思，我没有看过。你也都没看过？是。那这部片你们怎么来的？这部片子，我跟委员报告，因为目前我们跟客家电视的关系，就是我们负责就是支应客家电视的经费，但是客家电视的节目所有的直播内容，我们并不予干涉，所以我们事前也不会看过他任何的节目内容。内容当然不该去审查啦，去审查那个内容，就现在的什么时代啦哈、哦。但是总该去了解一下，说。这部拍出来的影片，它是翘作的，评价是高的。是，那内容那功啥，你知道吗？其实你看那个整，我去看你，如果你老严厉啊，看的，前面影集开始的四分钟开始，那个同学底下修怕，他就跟你打上警语，没再修怕。然后呢，脏话不断，然后也有吸毒的老师去勾引学生，让人家去怀孕，然后堕胎贿选，然后夫妻外遇私生子，甚至自杀，这些情节里面全部都有。他的一个情节随着故事这样演，很深入啊，还蛮生动。那所以从这些我再来看，我就必须要告诉主委或者处长，是按照我们的电视节目的分级处理办法的第四条第一项里面呢，有很多不适合少年或儿童观赏的。是。那个时段。是。要在什么时段播，那个是有限制的。我请问这部古风少年是在什么时段播的？他在首播是在晚上八点。重播是在，对，是在9点半以后。你有传一条钱，准备要 NCC 给你发不？如果他就是触犯了相关的规定被 NCC 罚款的话，这个部分是应该是由公司基金会负责，不会是由客委会来负责。哦，重点不在这里了，重点主委，我的意思重点就不在这里了。我的意思就是说，这部影片是从客家电视台去委外制作的。啊，哪被安内泰的哥冲进来客家电视台，这个我们争执过很久，我记得。在去年大家就在讨论，你传播处你也可以直接去委外啊，啊跟你现在把弄一个客家电视台啊，好像是啊我也不行，我的环境我叫做客家，所以我的只要有一个客家电视台啊，我现在就要想尽办法把24小时的时段把它给填满，所以拜托我不下手委外。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干脆你这传播处这个地方我也去委外，然后我去租频道，那这个同样可以达到相同的一个功能，就有一点点失去当初我们的客家这些大佬或者很多人一起来努力说要争取一个客家电视台的意义的，这注意力也快缓了。
啊，谢谢庄委员的指教了哈。这个基本上，这个当时啊，客家电视台是这个转到给公共电视哈、啊、去经营，但仍然维持标案的啊这样的一个形式呢哈、啊。它当然本身有一些模糊不清的地方的哈、啊。对，这个模糊不清就是说，因为既然给公共电视，其实在按照公共电视法的话哈、啊，那么是完全尊重他们专业的自主了哈、啊。但是呢，因为他又不完全，他只是在公共电视里面现阶段的身份的哈定位是在公共电视里面制作，还有租用办公室，还有一些哈制作资源的分享的，所以这里面我觉得，当然我们客委会哈还是有相当的一些哈这个义务哈跟责任哈要去了解了哈，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会来这个了解看嘛。所以我播这个、这一段，我们不是在讲说他影片不好，其实我从。主委的事情也太多了，因为处长这里你的答询，我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你就是时段跟天天也就好了。主委你看，你这个影片，的重点倒不是说他无视法规的规定了，他会不会被罚？我的意思就是说，不管是有线电视、卫星电视或无线电视台，它时间的一个播出，但明显了，你这个古风少年还特别讲的那么大，从3月28号起，周一到周四晚上8点通。同步更新，啊，这很明显，这个内容里面你们就没有特别去注意到了。我们无意去看这一部影片，它到底啊，我们如何去评价它，或者里面的内容如何，我们没有能力去审查。观众喜欢那这个就是王道，甚至于我从官方里面对这部影集的定位，哇，那写的真是漂亮啊！这国中生正值青春彷徨时期，还搞不知。清楚自己跟世界的模样，只能借由冲撞环境来确定自己的存在。哦、我下了个书也，你知不知道？我干嘛？我下面人叫我下这个，甚至于去跟你讲说，我们成人的世界，每一个人讲说，孩子是世界的未来，但是我们到底为这些彷徨的生命做了些什么？就搞回了，大概冲撞的，在为自己找答案、找定位。可是偏偏就是我们客委会这里啊。针对整个客家电视台，那个定位不清楚啊！我要请教诸位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啊！我们现在还在争取客家广播电台，对不对？本席最担心的是什么呢？同样的事情发生，我们现在客家电视台就是24小时，我们就把它填满。我们在争取一个客家电台以后，我们还要再把24小时的节目再去把它填满。以目前看来，我们的客委会啊，似乎对往后啊客家电台啊的处理方式，也差不多跟电视台差不多了。注意，这里爱注意啊。跟那个委员报告啊，其实我们现在有在研拟哈几个未来客家公共广播的哈这个定位的一些方案呢、啊。那么这些方案当然需要跟行政院还有跟立法院这边来沟通了。基本上他会这个朝一个客家公共广播集团啊，这个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处理，就会有一个独立的一个基金会来处理了。哎，因为现在政府直接去这个客委会直接去管理啊，那个东西现在是有一些疑义了，但是透过一个基金会哈。就像有点像圆明会一样的，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要修客家基本法，要授权呢、啊？哈、啊，那么客委会哈、啊、可以成立一个基金，然后由这个基金会呢哈、啊、来这个哈、啊、那个营运哈、啊、这个客家广播电台跟客家电视台，那这个基金会哈、啊、这个集团里面要跟公共电视什么关系呢？这个也要去定位了，也牵涉到未来公共电视法哈、啊、修法的一些问题了。本席在这边期许的，对这个哈、啊，尤其是。一个电视台的一个成立啊、嗯、很多人的努力啊，这不容易啊。那再来又有一个电台的一个成立啊、嗯、这个更不应该草率，好好的去做一个规划，发挥它的功能呢、啊。那再来我给你看几张照片呢 啊这个啊，前一上一次啊，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是屏东车城的通波啊，一个客家村呢、啊。这个地方啊很不简单。小小的一个村庄啊，对，里面有一间大庙啊，嚯、哦，坑起来全国上大的关圣帝君呐、啊，对，那还没有那个大庙还没盖好以前，这个地方是一个活动中心，因为整个村里面都没有活动中心，那就很多啊、有人捐出来，那可是呢都是斑驳，
然后也快倾倒，啊，现在又诉讼当中，所以呢，关出来人现在后悔啊，我们可以等你。结果呢，我们前任的主委啊，就好意啊，说，哎，阿里啊，客家村要这样，啊，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啊，我们客委会可以来为我们客家乡亲来帮忙的地方？何以阿德洛呀？啊，座谈会开完以后，到对面呢、啊，这个地方啊，就是过去的新民啊。庙，跟庙了对吧？这个在日本时代就有了，全部倒了，都一样。结果在民国52年的时候呢，大家集资又把它盖起来了，集资把它盖起来。那可是里面呢，残破不堪呐、啊。啊，你那注意的好好意啊，如果阿伯安尼呢，他休息会了，阿、啊、来哦，被我们客家的乡亲呢来做一个活动中心呢。哎，听讲你今麦够有意见啊呢？这注意啊！头前的注意啦，去地方去，嚯、哦啊！我搁兼甲你放炮啊呢，搁甲列队，搁甲你拍炮啊！你讲嚯，赞赞赞！我保证，我搁伫边啊，我搁镜头，你敢知？我啊，注意，感谢你，谢谢。呀、啊，你刚起来了，啊，这条钱要准什么啊？不，跟委员报告一下哈，这个我后来有了解哈，我们其实跟这跟。主委换没有关系了，因为其实他们讲我不知道这个。哎呀，没花这钱呢，我讲一句话，讲了这钱。所以这个案子我们会再去了解一下哈。我听说当时就是提案的时候，好像是过了提案的期限了，然后这个计划可能有要再做一些修正，我们会来再了解一下，我们看看怎么来协助了。好，这个注意啊 ，OK， 这去讲主。这主动出击的，你知不知？啊，主动出击，搁冲丢你脑里呢呢。谢谢。哦，这个哈、哦，我相信啊，当初。刘主委去关心客家的乡亲、yeah. 那钱也不多嘛。那、啊、你事后又讲了一些这个似乎好像是这个人走掉啦啊这个。没有了没有没有不是这样的原因啦。不会啦齁。不是这样的原因，因为其实坦白讲我真的不知道完全这个。我昨天没问题啦齁。对我说我会请我们产经说我再了解。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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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谢谢。啊，我们下一位，请林立传委员发言。主席，有请主委，李主委。林委员你好。嘿，主委好。你好。主委，记得上次我们在就是跟您交流当中有提到说，请您帮我们去调查新住民的二代，就是新住民嫁到客家庄的二代到底有多少人？不晓得这个数据有没有出来了？跟刘委员报告好，这个有我们数据哈，透过跟移民署哈的一些联络哈，这些有一数字哈。对。那么在客家庄哈的外籍配偶哈，大概有45000人左右了。那么占全部哈外籍配偶，全部台湾的外籍配偶应该是38万了。嗯，好、啊，我们是大概客家庄大概45000，那么45000里面的哈，其实低于哈全国的平均了，但是有几个哈，全国平均是占所有的配偶是1.6哈。您的数据是总全国新住民的数据是38还是50几？新住民的配偶？对，我在移民署看到总数据应该50几万吧。哦、全部是55万了、啊、对不起。哦，好，那您可能最新数据了哈，我们看到的是50几万，嘿嘿，没关系。那原则上这个数据有的话，是否能尽快到提供给我们委员们，啊、让我们知道，尽快提供给我们委员们，让我们委员知道说， okay. 在客家庄也有很多的新住民二代，才不会。其实我提出这个调查也是帮主委您解围啦。对对，因为我们在之前的。立法院这边，只要客委会编到新住民的预算，就会很多委员挡下来，会觉得说这个预算跟客委会没关系，跟移民署比较有关系。连我们立法院的那个预算中心也觉得没有必要。所以您以后有了这个数据以后，就可以大声讲话。您在编新住民二代的经费的时候，我是替你去想啦。嘿，谢谢。所以呢，这个部分再麻烦主委您这边再提供给我们，让我们知道说，哦，人口有多少？那您未来我们新二代，
我们新住民在客家庄如何去推动，您在编经费的时候才会理直气壮。那立常看到您的口头报告里面有谈到客家国际参与交流计划嘛，对，有在推这样的计划。那我们除了业务报告啊还是预算必要性的必要性之外，我们现在可能进一步来跟主委您讨论您这个计划的所谓规划执行面跟实务面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先问主委，您这个计划大概编多少经费？这个经费其实没有很多了，大概在106年嘛，106年部分大概差不多总共加起来大概900万左右了。900万左右。好，那我们来看看您900万里面不晓得主委您这个整个900万的计划里面，当然立常也知道您可能要配合新南向政策去推的某些议题上面了哈。那900万多里面的整个计划，您可以聊一下整个计划内容具体的执行面向要怎么执行吗？我就举最新哈去完成的一个案子，这是我们的一个先行的实验计划哈，就是我们新竹湖口有一个社区发展哈这个协会哈。好，那么在交通大学哈，因为罗烈斯罗老师的带领下哈，那么其实交通大学在沙劳越的哈新劳湾哈，其实已经做资源调查大概已经有7-8年了哈，所以对那个地方其实都很熟悉了。那么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调查，所以建立了非常好的一个友善的关系。就是，过去那边做交流就 对。所以这次呢特别把新那个湖口的老街的发展协会呢，到新劳那个沙劳越的新劳湾的老街哈发展协会共同签订哈双方的合作协定哈。那么也我们这边的用我们的经验呢去协助他们去振兴哈这个老街的一些未来的一些发展。因为时间的关系的哈，我知道主委您这一块有在做，只是说因为我看到整个计划里面都只是做印尼的嘛，就只有往印尼嘛，您这今年的不止，也有马来西亚，也有马来西亚嘛，也有新加坡，对，好，就是这三个地方嘛。可是呢您如果刚刚依到我们全国的新住民的数据里面，我们看到说那还有别的国家呢，就是除了东南亚以外，就是除了您说的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以外，那我们也有越南的啊，大陆的啊，泰国的啊，柬埔寨的啊，柬埔寨也有一个乡镇全部都是客家庄的人啊。所以呢我要问我要讲的是说，在推某些计划里面，我们去推所谓的二代培力，是因为要让新住民二代的文化语言环境结合了他母国的东西，来结合了我们的客家庄，您才去推，不管您去推客家文化也好，我觉得说这块才是所谓的根本。我们也不希望说推计划里面有所谓的不公平性还有排挤性的，就是抽某些现象。所以呢您的那个调查的统计给我们，那我们看一下到底为什么您现在目前这一个计划里面要选定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那越南、泰国、柬埔寨跟大陆这些新住民二代，柬埔寨也在这一次的计划里面，也在这次的计划里面有。今年有四个计划，包括柬埔寨也有包括。那计划都执行完回来了吗？一个执行完了，另外还三个正在执行。好，那我要讲的是说，您也同意说，全部我们可以去评估嘛？那只是说里面会包含陆配的二代吗？当然也会啊，当然 会考量在里面。对，当然会。对，那什么时候您整个考量大概怎么去分优先顺序的？不，优先顺序哈，其实两个了，一个就是说有公开的提案，就是说民间的社团哈，跟对方要有建立一个相当的基础以后，才有办法去执行这个案子的。要不然如果没有，那我们我们其实也不想为难您啦。我们跟中国大陆那边的所谓的客家庄，难道没有建立交流吗？有啊有啊。我要讲的是说先后顺序怎么去分辨的。就像立常之前，其实几年前在推所谓的新住民二代海外培力，我也是一个潮起人，后来我的计划被移民署也拿去推动了，那也民间团体也有很多民间团体在推，包括国泰基金会也在推二代海外培力，那我们移民署刚开始推的时候是有排挤陆配姐妹的，当然文字上没有排，可是执行面上就排挤了，所谓的整个整合就是
整个评估上面就没有纳进来了，所以呢就会没有成果，里面就会没有陆配的二代。我要讲的是说，我们推某些计划里面不要造成陆外配的矛盾跟资源上的矛盾，我们必须要去把它考量清楚。那因为计划是好意，不要造成说整个计划推过之后呢，我们知道在陆配姐妹这块大概有30，您的数据里面刚刚说30几万嘛，那我们30几万里面有多少二代？那30几万个陆配姐妹里面有多少是广东福建的，都是客家记录的？那 我近几年在推二代培力，我做了多少的说明会？很多陆配姐妹说为什么没有我们的，那我希望说这种东西也不会造成说排挤现象。那也希望主委说某些计划进行到一定的一两年之后要去做检讨，有哪些东西必须要去补的，那经费不足我们来补经费，那所谓的母体数不足我们如何去把它整理出来而不要排挤，这个诉求应该主委您同意吧？可以啊，我非常同意啊，就是我们今年主要就是一个实验计划了。对，那实验计划我希望说下一次我们看到，因为移民署现在的二代海外培力，因为立产在他们执行的第二个计划的时候，在行政院的协调汇报里面，新住民协调汇报里面极力的争取一定要全盘的考量，不要排挤陆配的二代，他也是我们台湾人，他也有文化上的优势，环境上的优势，我们不能排挤他。所以这一点我觉得说也要提醒一下，那为什么要分享这一块，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了哈。那第二个是我们看到全国因为新政府推的新南向政策，除了客委会这边，那还有所谓的文化部那边也有推所谓培税计划嘛，那教育部也有推所谓的新住民的职业生涯海外的见习嘛，我希望说各部会都可以去推，但一定要跨部会去讨论，不要变成资源重叠、补助重叠。您做的哪部分跟他们有什么不一样？我们不要很多东西都去重叠一样的东西，那变成说未来会被人家质疑说这个计划就会有很多问题。这个部分立产希望说也提醒主委要注意。那总归一句就是说，刚刚您的统计数据好了，提供给我们我们各位委员去做一些了解。那第二个，我希望说这个计划里面，您在推那个海外交流这个计划里面是否能进行一段时间去做检讨跟讨论 ，OK 嘛？哈 ，OK， 没有问题，谢谢你，好，谢谢。谢谢我们等一下资料就马上好就整理，就是好，谢谢主委，好，谢谢。下一位，我们请洪忠义委员发言。主席，请我们李主委。黄委员你早，主委早，主委，我想哈、哦，那个上个会期本席也有问过哈、哦，就是依照那个客家基本法哈、哦，以目前的这个客家基本法来算的话哈、哦，我们全国的客家人口大概人数是多少？差不多是那个420万左右。那占的比例呢？占比例大概18点多，快19。18点多哈、哦，对，因为本席哈、哦、在上一次哈、哦。也有跟主委哈来提醒了哈，就是哈，因为以彰化县目前的状况哈，如果我们用客裔人口来推算的话哈，目前在100年的时候，有一个学者哈，他有做过统计哈，我们彰化县的客裔人口大概有23万多了哈，那彰化县的人口哈，大概是131万哈，这样子比例算下来，也将近是18%左右了哈，所以本席哈就是呼吁说哈，我们主委啊，我想主委是很用心哈，那也对我们彰化县的这个客裔人口哈，可以特别的来重视哈，那。本席哈有你们提供的一个资料哈，就是在105年哈，你们有补助彰化县客语生活学校哈，这个表哈，客语生活学校哈，这其中哈有13个学校啦，好，13个学校哈，那本席要就教一下哈，我们那个客委会里面有没有我们中央的长官去到这13所学校去考察过？
有没有人去看过？有没有去看过？张浩有没有？因为每年啊，我们会会定期哈、啊，会到各县市做查考。那去年的部分是有到高雄，我们会择要的到各县市。去年有到高雄啊？去年没有到彰化吗？去年应该是没有到。啊，前年有去彰化吗？最近几年可能是没有到彰化。这几年都没有去彰化，所以那个主委，所以本席现在有一点怀疑哈、哦，客委会有没有重视彰化县啊？跟洪委员报告了。我在上一任的时候，我去过两次哈、啊。那么最近一次要排到这个彰化哈、啊，也是跟那个三山国庙那个活动的时候，我会整天哈、啊、到彰化去。那个这行程我会跟洪委员哈、啊、来商量看看到哪里去。那个主委啊，我想哦、啊，我今天会提出这105年，嗯，我们会里面补助客语生活学校哈、啊，是总共有13个学校哈、啊，对，其中国小有7个，哎。幼儿园有6个哈、哦嗯，那本席觉得非常的欣慰啊，因为我们已经从幼儿园就开始推广这个课余生活了，对，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啊。对对，只是本席说认为，不管是7个国民小学、6个幼儿园，都觉得太少了，是不是这样子？是啊，行政委，不，这个部分主要是各个学校哈主动提案的、啊，哎，还有县市政府哈，还有教育单位哈的这个提案，我们这边来审核，我们没有办法去指定说哪谁一定要办哈，说谁不办，主要是各个学校的提案，对。因为我想哦，这我们会鼓励的，鼓励。其中这有一家学校哈，对，就是那个彰化县西州对成功国小的西畔分校哈，哎，他从民国94年。对，就开始向我们会里面争取了呢。嗯，那时候应该是你当主委嘛。是，所以以这种民国94年到现在，他已经跟你们争取了12年啊。是，那争取12年，你们有派人去看过吗？这个就是我觉得哈、哦，你们应该是要检讨一下哈、哦。是，在这个我们会检讨。好好检讨。阿林，那我派人去，阿林要真奇怪啊，是不是？ Okay, 好。好，那另外哈、哦，我想哈、哦，就是因为我还是一再的拜托，还是提醒我们主委对我们彰化县那个客家哦经费补助的一个重视啦哈、哦。那本席哈、哦、就是把那个104年哦跟那个105年哦做了一个对比哈、哦，做了一个对比哈、哦，在那个104年的时候哈、哦，我们整个彰化县哈、哦、得到你们大概这个补助的部分大概是1339万左右了哈、哦，104年。那已经到105年了，已经过了半年多了啦。那在104年的第一季哈，我们彰化县比较少，只有88万哈。但是哈，在105年的第一季，我们就有348万了哈。那104年的第二季哈，我们彰化县突然变多哈，就970几万哈。那105年的第二季哈，相对的就变少，剩下22万了。那第三季哦，104年彰化县还有123万哈。那第三季我们那个会里面有统计彰化县多少了吗？有没有统计出来？第三季是、啊？对，第三季还没有统计出来吗？有没有统计？本席就是认为说哦，是不是彰化县在105年的补助有变少了？嗯？你说从第一季到现在吗？那也不对啊，那不对，那他那个数字不对啊。数字这个都是你们提供的哦。哎，不要一点事了。OK。那个主委是，我想哦，那个第三季哦，目前还在统计的，但是本席要感谢你，你刚刚有讲到嘛，嗯，就是这个月份的22号跟23号哈、哦，是有一个在彰化县三山国王客家文化节的活动哈，这一天你有安排要过来嘛？是，他那个地点哦，刚好在彰化县的竹塘乡哈，嗯，就是在本席的选区嘛，是，所以本席哈很慎重的来邀请你、嗯，当然也代表地方的乡亲邀请你，因为地方的乡亲已经跟本席反映了哦、嗯，真的很希望看到你了，嗯，因为看到你的话，就他们觉得好像看到自己人一样嘛。谢谢洪委员，谢谢。所以哈、哦，那个希望说哈、哦，这个22号、23号这个活动哈、哦，拜托主委哈、哦、可以出席的。那另外哈、哦，就是我刚刚有讲到嘛，就是彰化县的第一所争取到客语生活学校的这个
溪畔分校，成功国小溪畔分校啊，就是也希望说，主委哈，你可以亲自到这个地方来考察，因为这个学校已经争取12年的经费了哈。那当然，他们也希望说展现他们的一个成果哈，让主委来知道了。所以本席今天提出这两个哈，包括说三山国王客家文化节的活动，主委你来参加，包括彰化县成功国小溪畔分校，也希望你来考察哈。这个请主委。你可以做得到这个，谢谢黄友，这个一定没问题，我们现在就安排了，没问题。好，诸位，谢谢你哈，以上， okay， 谢谢。下一位，我们请徐尊瑞委员咨询。主席好，麻烦主委，谢谢。徐委员长。主委长，本席看到我们的预算书哈，看到这个预算书的里面，有很多都是延续性的计划，从103年规划到108年的部分。那有关于我们现在有一个计划叫做这个客庄区域产经整合计划，这个部分。它是在我们的一个客家特色产业发展方案里面的一个子计划，对，好，12.多亿，是。那我们的六堆和我们的台三线到105年已经执行完成，是不是？是。那请问东部的地方，东部的这个还有一个东部以及我们。这个米香廊道的部分，请问今年开始了吗？今年开始了。今年开始。预算是多少？啊？预算多少？2500万。总共在2500万。预算2500万。对。对，从12.44亿扣除的，是吗？从整个主计划，从整个子计划12.44亿，然后扣除了103年到105年。应该没那么多吧？中长程计划，那因为那是4年累计起来的了。4年2500万。6年了，哦，六年，不六年，不六年哈、哦，才有那个12亿了。那么每一年哈、哦，差不多都好2亿。103到108，6年12亿嘛。对对对对。那我们的六堆和台三线已经执行完成了，他们花了多少钱？都是一样，每个区域奖金大概2500万。就每个区域都是2500万了。每一个区域8年都是2500万，那是2年，都是一次，一个区域都是2年。因为来说明什么？您是产经科是吧？产经处好，跟我们报告好，我们客庄5大区域产经计划，每一区大概每一次的一个示范计划都是执行2年啊，那2年的计划总经费大概都是2500万。好，103年到105年，东区没有对不对？东部没有吗？因为是分区在执行。好，分区，所以那您这个整个103年执行到105年，这有几个地方已经执行完毕了？包委员，在101年底开始，我们是先执行台山线。到了103年底，我们才开始执行六堆到，去年年底啊来执行完毕。那今年所以这两个六堆和台山线都执行完毕。是。好，然后呢，还有三个，我们的中部海线的部分。东部区域是从今年开始。东部从今年105年开始，2500万。后年是海线。明年是什么？明年是中部。后年。后年是。海线。好，我们105年，今年东部对不对？是。东部下面还有三个子计划，2500万要用几年？2500万是2年。用2年，105到106。对。这下面这个米香廊道下面还有三个子计划，叫做健康慢城客品客生活米食文旅。2年2500万，三个子计划，这要孙计划了。跟文报告。那你要怎么做呢？指这个区域上面的主题的划分啊。是，那这些2500万你要做什么工作？可不可以请说明？我们首先是会针对
这个区域的部分哈，一个主轴产业先抓出来。例如说在花莲北区哈，可能主要是以曼城来做一个主轴，然后中区跟南区的部分、就是。来，先请问一下，北区是从哪里到哪里？从花莲市开始。花莲市，然后呢？大概会到瑞穗。花莲市到瑞穗站北区。是。好，中区呢？中区是从瑞穗到大概是玉里。好，我们先说，那南区呢？从富里跟到台东的慈善观山跟鹿野。好，包含台东，好的，很好。好，我们现在健康慢城的部分，您从花莲市怎么走？您是要点状、带状还是片状？是要结合相关的产业亮点来结合相关的。所以您现在都还在规划嘛？是不是？现在正在遴选亮点。遴选亮点，所以105年到106年2500万，其实您投入的都还在做规划以及遴选亮点，完全没有做实际上的这个建设。今年是亮点的遴选，明年就开始做实质的辅导跟建设。明年做实质的辅导，是，请把整个细部，请把它规划出来。另外，它是整个主计划是12.44亿。但是花莲县到目前为止105年到106年却只有2500万的规划还有寻找亮点的费用。本席不晓得我们到底原来这8年的计划为什么会剩下2500万给东部，为什么？另外我们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很大的疑惑是台山县已经在105年，您刚刚所说的执行完毕了，现在把所有的经费压给了我们浪漫台山县。我们在这个执行报告书里面有写，专门把浪漫台山县把它写出来，它的整个从我们在产经处，在我们的文教处，本席把它统计出来，一共有8亿7千万，就在我们浪漫台山县，是不是？我们有把整个预算拨补给台山县，却没有在花东两县去做我们东部的产业发展，提升我们东部的客家的能量。主委，请说明。跟那个委员报告，台山县哈，我们今年整个我们不要再讲这个部分，是不是有106年的预算哈，是比105年哈是有增加2亿多哈。这个大部分其实都在台山县，那么当然各个区域的经费呢，其实也没有减少了，也没有减少。那么刚刚委员提到的哈，坦白讲就是说，你说12亿哈，那个是6年的经费，是6年的经费。您在产经处里面，对于我们浪漫台山县就有8.19亿，这不是只有文教处的部分是0.52亿，所以整个加起来是8.715亿。嗯嗯嗯，哎、嗯。那本席真的有合理的怀疑，挤压了所有的计划给浪漫台山县？没有，这个完全绝对有，完全没有。而且花东两县根本没有任何的执行计划。另外，我们来看看，我们有一个是办理客家特色产业亮点以及辅导东部客专区域产经整合计划1400万。但是这1400万有两个计划。全国各地都可以来申请客家特色产业亮点，1400万还要分。本席不晓得我们到底注重到有没有重视到东部客家的乡亲，尤其花莲县是全国第四大客城。本席都了解，我们北区你要慢城要怎么走？北区从花莲市。到我们走到我们的16股，到吉安，再到寿丰的丰里青莲寺，再到凤林，再到瑞穗，这是你的北区，是不是这样？处长，是不是？所以其实在整个计划里面，你们都现在还在讨论当中，根本没有落实的计划。另外在补助的部分，想请问一下，我们现在这个我们12大节庆的部分，古王争霸今年已经届满20年了，请问我们客家事务处，我们客委会补助多少？今年的？今年？今年补助多少？
已经累积了19年的能量，而且原来古王争霸还是由一个民间社团自己的发起，因为他看到了长明文化，他看到了客家文化的特殊性。古王争霸是在农闲的时候，各个村在农闲的时候，因为大家晚间夜间在击鼓，所以村村尬鼓才会变成一个特色。所以今年届满20年，请问我们如此重视客家文化，我们的主委是刚刚说补助是250万、250万、嗯、对，谢谢。古王争霸战是一个重点哈，重点节庆了。那么这个在其实在我上一任主委的时候就开始。您觉得200万够吗？够。250万够吗？够够够够。本席、哎、本席可以在这里告诉您，嗯、去年的古王争霸战19年，嗯。客委会拨200万、嗯、花莲县政府自筹200万才能让我们的古王争霸战全国的知名度提高、嗯、所以今年您只拨了200再加50万、嗯、多的是50万，您觉得能做什么呢？尤其是20年，我们必须把所有，这是一个主要的点，再加上指点，也就是我们未来要推的我们的北区慢城的部分，整个所有点从点点点再连到带状到片状全部连接起来，您觉得这个经费够吗？地方政府如此的支持客委会，所以地方政府去年同样的也编列了200万来支持，今年相信灾后有很多的地方必须要重建，花莲县政府没有这么多的经费在挹注在我们这个活动，是不是我们客家事务我们客委会能全力来支持？这个还是要看看那个计划哈，我们支持绝对没问题，因为这个东西是本身就是列入客家十二大计划之一嘛。那么它的经费呢，必须要看它提出的计划跟所规划的一些活动哈的内容哈，来做最后的一些。所以请原则全力支持是没问题。所以请第一个啊，主委，他现在是灾区，你多多帮忙啊，是好不好？ Okay. 啊，所以谢谢主席。所以请主委第一个。为了客家文化的传承，花东两县是必须要被受到重视的。我们现在从预算、从决算里头看不出来，我们客委会到底有何中长期对花东两县客家乡亲的重视。第二个是对于节庆的部分，第三个对于长明文化的部分。现在花莲市有一个我们的这个扛屋八公庙扛屋搬家的部分，这个部分是非常特别的，尤其是能结合到吉安乡的永兴道乡外来村，这个部分整个其实结合起来会让我们的古王争霸战更深入，而且它的层面会更宽广，这也是支持我们客委会您对于要深入以及加强加深加广，让所有的人文艺术能更加的丰沛，这也是支持我们客委会啊。谢谢徐委啊，跟徐委再报告一点哈，就是根据我们现在的统计哈，整个花莲县所得到客家委员会的补助哈，它的比例占总经费的9.92%，这个比例呢是占第三位啊，相当于桃园市，所以它这个比例绝对是不低的，没有关系，跟委员报告一下。谢谢主委，那您把细项列出来。好，如果有关于硬体的部分，硬体部分其实还有很多是不足的，现在盖在那里，但是还没有足够充足的能量可以去做这件事情，所以后续的追踪还是要必须我们客委会能够全力支持，才有办法让计划再加计划，让它完成，好吗？好，谢谢主委，时间到，谢谢主席。下一位，我们请陈立杰委员出席。主席有请客委会主委。陈委员你好。
主委早哦，哎，主委，你在九月份的时候参加一场台湾与客家发展学术研讨会，没有错吗？是的，好，那再说这个客家研讨会，应该这场研讨会应该是讨论客家政策跟地方治理的一些议题哦。是，但是看起来主委你好像比陆委会主委更有应景的精神哦。好，为什么我这样说？当天呢，你提到目前九二共识在两岸之间造成的僵局，然后指出八位蓝营县长到中国访问争取利多，有可能这些八位市长所认可的老板是中国，然后最后呢还说这样子是连战的错。那我想听一下主委你的看法是什么？因为问那个陆委会，现在客委会主委更像陆委会主委，那是不是应该？想问一下主委，那个陈委员报告哈，这个我是所以提到之前，当然这个对于我们客家整个事务哈有关了，因为几个主要的带头的县市长哈也都是这个客家籍的啦，所以我因为跟客家有关，所以我才会表示意见。那既然是这样，那我就想请问了，你也有提到，譬如说你认为台湾就是因为有一批支持九二共识的人，所以中国呢他就透过地方交流来切割台湾。那像你刚刚提到八位蓝营县市长哦，包括新竹县、苗栗县、花莲县，他们也都是客家人，但是他们的老板呢就不是台湾，那这样不是感觉又是分化的开始？这个要不要你说明一下？对，这个中国其实本来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做分化嘛。那么我是从台湾整个客家历史哈这个发展的过程嘛，所以我提到刚刚也提到1895的时候，其实当年这个因为台湾就是两种，我并没有做任何的一个评价的哈，我就是分析哈，因为我过去是做过媒体嘛，我是用从媒体人这个角度来看，那么台湾一直以来哈，就是有一派就是大家叫做识时务者为俊杰啊，就是说这个所谓的啊这个。另外一派呢，就是像早期1895的时候，吴汤兴哈，客家三杰呢哈，宁可战死哈，也不愿意屈辱哈。但是之前呢，就陈局市长，就您的前老板，其实也有也在喊很大声哦，说要去争取陆客观光。然后呢，有一些民进党的一些县市长也说要去对岸交流啊，争取观光客啊。那这样子，除了就是。看起来今天客委会的主委做了这分化动作，那这样子民进党自己也这样喊，那你自己认为呢？跟陈委员报告，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差别，就是说当年中央政府是承认九二共识的，那么民间的哈这个民进党县市到大陆去仍然坚持台湾的主权，陈局市长去到北京的时候就讲中华民国的总统马英九，这个是国民党这个做不到的，没有，所以这个是态度是不一样的。没有，主委，我觉得哦，当然你的客家本色应景精神，我们是很欣赏啦，哈。当然是两岸的这个问题，其实客委会的主委答得比陆委会主委还要有，包括你来说蔡政府对于这个部分好像软弱了一点，反应也软弱一点。其实这样子，我觉得是不是适当？我觉得主委你应该要去多思考一下啦，哈，因为这样在我们看来这样做，因为不同的县市做这样分化的动作，到底是不是符合？现在的状况，其实主委你要深思，而且其实客委会应该该去想想怎么带动客庄的观光人潮，多行销哦，带客家乡镇走出国际，这个会比较实际哦。那接下来我想请问一下有关客语认证的部分，因为我们有接到一些电话，有关学校老师还有传心师的电话，我想请教一下主委，是不是已经对外放出风声，说明年客语认证通过奖学金确定要取消，有没有这件事情？这个确定。确定。那我不解的是，每年客语认证报名人数一年比一年少哦。那当时呢，民进党在野的时候也批评马政府客语认证报名人数不佳。那今年报名的人数又下降，那这个明年直接将客语认证通过学生奖学金的诱因取消掉，那主委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思维？这个思维是非常简单，我们希望就是说大家来学习客语哈，那么客家子弟哈来继续传承客语哈，是基于哈对于客家文化的认同哈，而不是因为哈基于奖学金哈。那么如果家长哈要发奖学金或民间的机构哈愿意提供奖学金，这个我们非常欢迎。但是我认为用人民的纳税钱哈来做这个哈奖金呢，我认为哈这个是有扭曲的那个小朋友哈，那么学习客语的这样的一个价值观了。所以我们会用其他的方法来鼓励，但是绝对不会再用奖学金哈来鼓励。所以我看你用其他的方法嘛，对不对？就是是改用沉浸式教学来补足。沉浸式教学只是其中的一种哈，那么将来比如说哈，现在目前呢，那么全台湾呢，
那么对于客语认证哈，在十二年国教的升学的超额比序里面呢，有纳入哈这个加分的哈，对啊，只有高雄市跟花莲县。啊，所以我们现在也在继续去说服哈，其他的直辖市、其他的县市政府呢，哈，也能够比照，就说一定要让客语呢成为生活上，而且在实质上的就业上或升学上有用的一个语言，啊，就是这两大动机哈，是成为学习的哈这个一个那个动力了。那我是想请问一下，因为实际面来说啦，因为去年我有质询前主委的时候，他说他已经有先行让高雄跟屏东两县市去试办。示范、哦、就示范说，哎，他用沉浸式的教学，对，那到底他示范的成效是怎么样？示范的成效非常好。为什么这样问呢？因为你把诱因直接取消，但会冲击到几个都会客家的学生学习成效。譬如说，你说台北、新北、台中、高雄，那也有可能实际面就会间接影响老师帮孩子报名的意愿。我就说，因为他们为了在学校实际的跟委员报告，这一定会影响的。那你要不要做出评估报告呢？这个一定会影响，但是我宁可哈，在暂时性的哈，那么让这个报名人数减少啊，那么但是长期来讲，我们还是要培养哈，那么小朋友的正确的价值观了。所以你是觉得现在小朋友的价值观错误？你用奖金去鼓励小朋友来考试，这件事情本身对价值观的扭曲是有的。所以你的评估，你有去做全面性的评估，所以你不惜牺牲，就是要把这样子的诱因。就实际面上可能是这个不是牺牲了、不然我觉得这个是不必要的哈、哦，不必要。OK， 那我想请问一下，那到底在这样子一个制度的改变上，有没有所谓的配套措施？有，我刚刚跟委员报告的一个就是让小朋友更快乐的来学习这个课语。好，第二个呢，就是说，那它的成效呢？你怎么去评估它的成效？成效就是当将来还是一样以报名人数哈、跟通过人数来做报名什么人数？报名课语认证的人数。课语认证的人数。对哦，所以就是短期会下降，但是长期来讲，我相信一定有把握哈、okay ，就是可以提升，而且包括通过率也会提升，对。没有，因为呢，在上会席的时候哦，我们还是有针对客语普及化跟提升客语认证的问题，有询问过主委了哈。对。所以在怎么样，目前除了你要深耕所谓学校的学习之外，未来的就业管道，或者是有更多的诱因，可以让通过客语认证的民众能够因为这样子的一个转换而得到更多工作机会也好，或者是学习的深耕的扎实性也好，对，其实诱因不见得它就是全然是不好的，所以我觉得在整个配套措施还没有整个拟定完整之前，其实主委你还是考虑一下是不是要这样贸然实施啦。哦，因为实际就是说，主委你今天所讨论但是很理想化的东西，但是的确小朋友在学校以及配合学校整个的作业的时候，其实这不是说用奖学金的方式来鼓励小朋友去考试，而是其实这个也是一个诱因，也让小朋友其实有成就感、鼓励性的。其实我觉得，如果你可以用这个方面去考量啦，因为这个比较像实际面上在学校上的一个操作，所以是不是主委你要这么快的贸然实施？我觉得你应该在多方去听真的几个学校的声音啦。跟委员报告，我已经到各地哈去办座谈会，就这个事情，很多地方有提出不同的声音。但是我跟委员报告，这个事情我非常的确定，也很坚持就对了啦。很坚持，一定。但是我觉得有时候不要太硬颈，真的，因为这个事情学校的实际面操作有点反方向而背道而驰哦。那接下来我想请问一下新南向，因为看到你们客委会106年的预算书编列了924000块做客家新南向考察交流计划，那我想请问一下，这个预算跟之前东南亚的考察预算多了将近3倍哦，那是因为只冠了新南向三个字，预算就多了3倍吗？是不是要请您说明一下？过去的客家的对国际交流哈，主要就是这个社团之间的交流了啊，所以没有深入到比较没有深入到社区哈，以及建立比较长期的一个文化啊，那个还有这个社区交流的关系。那么所以这增加费用其实主要用在建立比较基层的民众哈、社区哈、的互相的一个连结关系了。那你是不是知道你们的考察自己编列了几个人去几天？看不同的计划有不同的哈，这个六个人啊。不是不同，你是同一个考察计划，今年哦，今年你们就编列了6个人，不是不同考察计划。我现在指的是新南向的客家新南向的考察交流计划。今年这个你们编列了6个人去了8天，
所以这就是我问你啊，预算编高的原因啊，因为等于一个人要花费将近120,000哦。这样子的花费不仅比去年，就是往年考察东南亚预算都还要高，你跟别的部会相比，也明显高出很多，所以我才想请教主委，你的理由是什么？主委，你怎么不行？变到刚刚三倍，一问三不知。这个包括哦，招商还是我都不知道，现在招商还变成客委会在负责招商，经济部的事客委会现在都拦下来做了呢。不，那个所谓招商不是，因为像泰国了哈，马来西亚，给我一个说明的理由啦，这个太夸张了，来说明一下好了。这个新南向考察计划现在是。过去说，因为主要是还是社团哈，比如说他交接了哈，或者是有什么样的一个这个论坛活动哈，去参加而已。那以前呢，就是只是去参加哈，那现在是增加，就是说透过在地的客家的一些商会哈，客家的团体呢，跟当地的政府哈，还有当地的哈一些这个企业界哈，做一些连结关系了。没有，这就是我讲的奇怪，什么时候招商政策变成客委会在做？这不是经济部的业务，所以你把这是招商，这叫客家产业的合作。因为你上面写的细目啊，那主席不好意思，30秒，好吧，30秒，好吧。那代表性的工厂、企业、餐厅，并与其座谈，这跟之前都没有不一样啊。寻求合作、贸易或互相投资的商机啊。对，就是客家商业，就是包括对台湾的客家籍的哈一些企业的拓展的商机啊。就是主委，我知道你都很认真的在推动所谓的新南向政策，但我不认为你用新南向三个字可以包裹这么多，而且鱼目混珠，这一点都不是我们这个站在我们监督的立场，我们是不能认可的，好不好？所以细项的部分，我还是希望你能够明列清楚啦，因为这个哈不是你的业务，我硬要算在这里面，真的很可笑，好不好？OK， 好，谢谢，好，谢谢熊爷。下一位，我们请赵天林委员，出行。谢谢主席，我们想请各委会利用的主委。赵委你好。主委好。就是我个人对您充满了期待哈，因为您这个算是过去已经有在中央客委会任职的经验，本身在高雄市政府又有非常丰富的行政经历，所以我相信全台湾的客家的乡亲，特别是高雄客家乡亲，对您在回任主委然后的一番作为哈，有很大的期待。所以我在这边就会本于我的职权啊，我就针对特别是两个园区的部分，因为您把它列为您改革的重点之一嘛哈，我们来继续跟您就教。首先先就教南部的部分好了，好，六堆园区呢，说实在的，它这几年一直都是南部的民众，我相信也有很多全国民众慕名而来去旅游的地方，所以我们确实从数字上也可以看得到，我们参观人数的部分，客家文化发展园区的六堆园区，从102年度的39万人，到103年度74万人，到104年度的77万人，一直到现在1到8月份就已经快要到52万人。的层次一直是一直在上升，但是呢，我们也必须继续提出鞭策的是说呢，它的这个营运收入跟它的这个营运支出还是不成比例啊。当然，您在报告中有强调，收入不是我们最重要的点，我们仍然会希望是要发挥它的效益。那效益的里面呢，我们有看到的是说，相当多的人都进到了六堆的园区去玩啊。本席跟很多的这个亲友或者是我的支持者，大家都很喜欢去那里。离高雄也不远，那但是呢，去那个地方，我们大家可能是去玩它的清水设施，觉得那里很漂亮，去拍照这样子里面当然也有若干的展示，但是我们觉得这样还不够，他可能没有办法完全去体会到那是一个客家园区，特别你们要把它定调成是客家的生态园区，我看到你们的报告是这样，他可能比较多的是觉得那里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可以玩水的地方，所以去那里当做遛小孩休闲娱乐的场所，所以可不可以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你要怎么落实，让它真的可以变成让很多人现在很愿意去，未来有更多人要去，但是去的同时本身也就让客家的文化烙印在大家的心目中，让它成为不只是一个很美丽，但是它也富有生态而且有客家教育意义的地方。
好，谢谢这个赵委员对我们六堆园区的关心哈。那么六堆文化园区，当然当时在这个规划的时候，就以所谓的那个生态博物馆的概念哈，来这个做设计哈。那么当然生态博物馆的概念，基本上就是说，它是把整个十二个乡镇哈，就六堆的十二个乡镇呐，当做就是客家文化园区的部分哈。那么这个园区呢，它扮演的角色就是说，外面的游客进来哈，旅客进来，那么在这个地方除了可以有休憩的空间以外，最重要就是说他能够了解哈整个客家六堆客家的历史，还有现状哈，那到底是如何，甚至说可以连接到那么客庄的一些美食哈，还有一些重要的一些古迹文化遗产景点等等哈，然后以这个地方为中心哈，或骑脚踏车，或骑接驳车哈，那么到客庄去哈，这个体会客庄的。因为在六堆文化园区里面，我们如果说把一个烟楼哈仿制在那里哈，把一个伙房仿制在那里哈，还不如请游客哈，我们用比较接驳的方式哈，那么带到实际上有历史啊的现场去看啊，这样去体验客家哈会是比较的。所以重要的是这个六堆文化园区要提供足够的资讯跟方便的连结，将来这个部分呢，我们会继续的去加强，尤其是要了解六堆的历史文化的部分哈。那么这个地方将来的一些馆藏啊什么哈收藏也都会加强的。我很支持这样的看法，它变成是说，好像不是一个很狭隘，我们只待在这地方复制很多新的硬体设施，对，而是很多人吸引来到这地方，可以辐射出去，对，回到客家庄去体会客家生活，对。那所以这中间的连结要加强，譬如说接驳车怎么加强，对，现在的数位非常的丰富的情况下，怎么样让大家很容易在网络上就会去体会到说，我来到这个地方，如果我没有辐射出去到客家庄走一走，其实就好像没有来到客家园区一样。那当然，我又更期待的是这样子，因为我看到相关你们的资料里面，你们有这么做的比较偏向他就近的屏东，对，合作的对象比较多，对，甚至远到垦丁、海生馆，对，哦，那附近的一些客家园区那是有的，对，而高雄的真的比较少，对。那我必须提醒的是说，它是一个中央单位，对，它是南部地区的园区，对，它不是屏东的园区，对，就近先做 OK， 对，但是它已经做很多了，对。其实现在高雄到屏东哦，那个高速公路新建的非常完善，很快的，我看大概三四十分钟车程其实就可以抵达，有时候会比六堆园区到垦丁还近，对，所以可不可以再强化高雄的部分，对，让高雄的合作计划跟这个连结可以再加强一下。OK， 谢谢赵远。这个部分哈，现阶段当然是这个主要还是在美浓哈、三林六龟哈地区的连结了。对，那么就是原来六堆的十二庄，但是对于都会区的客家哈，其实高雄市的客家哈，其实也有很多是从屏东，还有从这个美浓哈、三林六龟那边移过去。所以将来对于高雄市那个客家的部分哈，那么跟六堆园区也其实可以做一些比较密切的一些连结了。我知道，即便是三林六龟、美浓这个带一定要先做，因为它本来。就客家庄是六堆的一环，对。但是就是现在，我只要提醒说，大家会去美浓玩，嗯，然后去吃客家菜，嗯，会去六堆玩，然后去逛附近的美景，对。但是美浓跟六堆，你说要这样连结，目前我觉得还是比较少。OK， 对，大家总是就把独立的个体看待，但是我们比较多的预算可能是往六堆园区去，嗯，你现在要再进一步的改造、嗯，那我就希望那个连结性加强。OK， 那我当然就顺便呼吁说，因为您来自美浓，那我们都是来自高雄，嗯，那我们看到浪漫台山线，对，现在的计划我们支持，因为是蔡总统政见，是，那我们也看得很羡慕，因为里面包括它整个附近的软硬体设施、文化的提升，投资很大的心力，对。可是这样相对的计划，在南部地区。刚您讲的六龟、山林、美浓，嗯，是不是就相对比较少？是不是说在这个部分，除了北部的那一百多公里的浪漫台山线的计划为主体以外，在南部的部分，你打算怎么做呢？南部的部分其实也一样，有一个就是叫讲讲六堆了哈。讲讲六堆就是对六堆地区的客庄哈。其实整个浪漫台山线哦，它是一个概念性的东西，就是说沿。这个台山县哈，总共大概15个乡镇是吧？16个乡镇哈，那么涵盖是桃竹苗到台中哈，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大的区域哈，区域说，那么这个区域其实过去哈，其实是比较少被这个挖掘，比较少被开发了，那么。
我们同时在做台山县，同时当然六堆也一样在做，它的本质就是客家文艺的复兴。是，所以我们对于客庄六堆本身客庄的一些文化资产，好，还有这个文化的行销，哈，还有最重要是产业的发展的，一样哈，会用这个非常这个重视的方式来处理了。因为我们其实也不瞒您说了，我们南部的乡亲啊，很多人碰到我说，哎，怎么北部都只有现在都只有听到客家有个浪漫台山县，那怎么？所以刚刚徐委员说，哎，那个我们台东都没有，那我们南部乡亲说我们六堆也都没有。其实哈，它本质就是一个客庄文化的复兴，好，那它的名称叫做浪漫台山县，它是比较大，那因为它区域也比较大，也比较广了，所以当然相对的它的分量占的当然也比较重，但也不会因此而放弃哈，或者是说忽略到六堆啊，或者是说那个台东，那个台东花莲了。我们愿意往好的方向去想了，就代表它已经打出名号了，是是，这大家都想要，对，哦，那这是好现象，对，但是就不要辜负大家期待喽，对，哦，就是说我们当然很希望你从桃竹苗到台中这100多公里能够复兴成功，对，对对，但是不要忘了高雄的乡亲殷殷期盼的，尤其来自美浓哦，大家会希望您能够，有这个地主优势啊，可以让我们好好的看一看你的表现。是，那当然我们的招委来自于苗栗嘛，哈，那苗栗园区相对六堆，好像这几年就稍微比较这个，感觉起来冷淡了一点点，哈，人数上面我们看到说，从102年度的131万人，到103年度的80万人，到104年度的62万人，到今年预计只有50万人，那是节节下降。那你们当然有提到说，希望过去啦，就把它定位成说要把它变成是一个好像客家的研究中心。好，那可是我们看到说实体的藏书，我们就去看哈，它如果要变成全球客家研究中心的话，它实体藏书目前只有14921本，那电子论文只有1281份，视听的资料总共也只有1859笔，这其实连一个社区图书馆都比不上哎、欸。好，所以就是说。可能人数下降，因为我没有去过，我不知道是不是它的、生态环境没有像六堆那么丰富，没有那么好玩，还怎么样？那可是要把它变成是一个专业的学术、研究中心，看起来相当不称头。所以您现在也主张要改革，要强化，那打算怎么做呢？谢谢赵委员。这个就因为当时其实在规划的时候，都是在我上一任任内的时候。是。那么当时苗栗园区呢，是要规划成一个全球哈这个客家文明哈那个博物馆哈。啊，客家文明博物馆其实除了台湾客家的发展呀，包括中国大陆，包括东南亚哈，包括甚至其他的中南美洲哈，很多的一些客家的历史的发展。所以将来呢，是要鼓励在这方面的研究哈，还有文物，还有文献的收集哈。那么必须要能够在最齐全，它是必须要全世界哈最齐全的有关于客家的论文，甚至叫做多元文化哈多语言的论文哈。那么这个地方呢都能够找到一些相关的论文或资料哈。那么要建立这样的一个不管是数位的或实体的藏书，都必须要是全球最好的。是，因为我们客家文明博物馆是要做的是未来客家的世界中心，所以你必须要透过研究论述哈去发展。而这里面所延伸的一些文物的收藏呢，可以根据这个地方再做一些文创哈，那么产生一些相关的一些文创的推广，包括活动啊等等的，所以它将来的那个任务哈是会是这样子，所以初期啊，它可能比较不是以办活动为主哈，所以入园人数呢相对来讲可能会比较少一点的。我们要先建立它本身这个实质的客家文化的内涵，是，因为这个东西对未来客家永续发展，在我认为是非常重要。好，而且它要跟全世界哈所有的多元族群、多元文化的研究机构，包括马来西亚的一些大学哈，还甚至包括英国、全世界、日本，还有那个民族博物馆，会建立一种联盟的一个研究关系了。是，我的结论就是我支持这个方向。那也不讲究什么人数多寡，因为定位不同，但是就希望说，因为你们有成功在高雄市市图总馆募书的经验，对，希望提升到那个高度。所以刚陈怡杰委员有就教说，你编列比较多的预算出国，而且是往东南亚去，这一点我不反对。但我希望你就要带着你这样的使命感去，以及你成功号召力的经验去，这样或许能够收罗更多的藏书跟研究回来，把这里变成重镇，那就非常值得了。好，谢谢。好，谢谢赵远，谢谢。好，谢谢诸位。诸位，大家都对我们浪漫台山县很眼红，而且是您说100多公里嘛，花东两县有将近200公里。请多多重视他，谢谢。我们陈超一名委员质询，之后我们的这个赖瑞荣委员质询完毕以后，我们休息10分钟。主席，
有请我们的李主委。麻烦李主委，谢谢。主委你好。李主委啊，科委会的文章写得非常好，但是有几个地方我始终抓不出你们真正的含义。是，在你口头报告最后的一段里面，你说我们更为客家族群的后代确保客家语言文化及社会经济的永续发展，我们要找回客家观点的历史诠释权，以及保障客家群系的主群集体权，有诠释权，有集体权，有永续发展，从而让客家与其他的族群同济平等的地位，在这一块土地上共存共荣。我们最重要任务在什么？推动客家族群再造的客家文艺复兴运动。跟我解释一下，这个要做什么？啊，确实好好回答、哦。因为我对客家文化虽然哈我不会讲，但是我读了这一段，来解释一下。这个第一个就是历史的诠释权，主要是说哈，其实在整个台湾历史的发展过程当中，我特别提到是1895哈。其实我简单讲，是你现在客委会主委，你在弱势客家族群，对客家族群现在在台湾已经大家是平等的地位，他哪里没有平等的地位？不，这里面他哪里没有诠释权？不，主要的，但诠释权当然就是还是我一直不想讲，哎。刚刚我听了那个陈玉杰委员在执行的时候，你对于八个县市的市长到中国去访问，你出言是我们这个多元文化，你既然没有包容心，没有同理心，大家彼此的观点不一样，他去九二共识关你什么事情？我并没有说不是你刚刚讲哦，他你个八个县市的县市长，他认北京为主子。嗯，那我认为你们是以日本是你爸爸啊，你要怎么讲？嗯，他安的恭维嘛，你客委会的职位这样讲，真的很伤感情啊！你也看见那个三个县市客家县市的县市长啊，我以为你文质彬彬，本来话音要转一点。刚刚我听到陈妍姐那篇的论文里面，我看了一下，你本身就有歧视，就有偏见。没有，没有，没有。那个职位好好这样子。嗯，你讲的文化文艺说复兴，我说你在启动了客家子群的文化大革命，你开始在启动了。那第一个问题我问你，嗯，你在客家的转型正义里面，你都要一味战争，我都读过了。嗯，邱红甲，还有唐景松，你又尝试了一段。由于吴汤先是在继续抗日，他讨回中国大，你在去中国化，你在讲日本的历史，你在讲抵抗，这里面我突然怎么还有一个客家转型正义，在台湾历史过程中客家人的示威功过，有这样解释也可以，但是你的目的在哪里？在去中国化所有的连结，只有连结日本化。这我要强调你一点，我今天跟你讲的都是结尾，本来大家和和平平的，被你挑衅变成闽客之争。跟那个陈委员报告，这个第一个就是来，当时以为咱是对抗日本，我晓得抗日本，你有反殖民反侵略，你的意思讲客家人留在就继续为台湾奋斗，对对。好，我看得出来，但是这文化生成的目的，如果你跟八个县市讲到北京去访问，你讲这个话，嗯，好，你说陈启很伟大，讲中华民国的总统，马英九，那现在你要请八个县市讲说台湾的总统蔡英文，你才爽吗？不要随便乱批评啊！嗯，官做的那么大，你很有前途啊！我刚刚看了整篇文章，才立即掉出来了。我很遗憾，说我本来这个话要不要讲？说你在做文化大革命。我现在如果你讲这种话，我才开始指证你。再来，你第五点谈到青年公共参与，你讲补助社团为青年客家公共论坛计划，客家地区没有青年在一起吗？
补助社团是不是补助你的户籍组织？如果你的头脑容量再继续这样下来，我夸这没人夸吧，我夸吧呢。啊，地方的社团有好几种，一定要办客家签名。客家签名到底受谁的歧视？我了解客家地区的青年都很活泼，都很有活力。不，这个跟所有人报告，我们并没有说是歧视哈。现在是客家的文化哈，是比较弱势。在地的客家推动，你一定要青年怎么样？我不反对。嗯。但是很莫名其妙来，因为可以联想到很多。嗯。还有跟在地社区组合本为什么后生回生计划？嗯。我在地方。他们常常跟社区一起举办活动，嗯，都举办在一起。你来挑剔这个，为了什么？为了重新打造你民进党执政，你要推翻客家地区，你重新打造了一个计划吗？本来我是就白讲，没讲好啊，讲话。但是我看到陈玉姐的这样的你在论坛讲的话，实在很恐怖啊。再来，你讲国际合作方面。南向政策关你什么事？你说要到去跟他们社区，台湾的社区跟、他们的社区去营造。来，诸位，我问你，印尼哪个地方客家区最多的人？印尼这个加里曼丹了、啊，哎，加里曼丹哪一边？也可以，也算可以、啊。来了，我跟你讲了，昆甸三洋口啦，进入客家地区下来这个地方，你没有跑过、嗯，我都去了四五趟了。还算可以、啊。我跟你讲、嗯，那个回教地区、嗯，你用社区跟他社区结合，当地的势力是什么？印尼政府是什么？你要害我们的社区被认为是当间谍哦？你认为两个社区这样能结合在一起吗？还有，你要认识整个情况改变了。唔通做些大无当的事情啊！南向的时候，你讲说印尼，你赶快把下一代来里面设个大学，把他们栽培去。妈妈来教他语言比什么重要啦？你也社区营造，客家社区营造在那里面。我告诉你一个消息好不好？以前跑来台湾，现在跑去中国大陆，那个地方发展大。我唔是讲安怎样。我们要很务实，我们要了解状况。我跟你讲，他个妹子啊，我是一直白讲，我真的很尊重。我刚刚是看了那篇文章，我很生气。你要侮辱客家县的县市长，只有你对他们错。好，我叫他们讲台湾的总统蔡英文，你这样爽吗？九二共识在台湾没有论断哦，也不是主流共识哦。如果朱立伦跟宋楚瑜加起来票，跟民进党只差了80万票，你有没有算过？宋楚瑜是支持九二共识的，大家唔通乱说公共，本来就是好居民。我唔知你讲一篇文章，还有这里面确实很多问题。那么台三线，我教你问题解决要在哪里解决？你想？你这个古迹那些布道那些，大概地方的政府都做好了。那个小到什么，大家比谁要强势？最重要的，蔡英文总统，包括蔡培慧委员，到南庄三湾去访问，全体的反应，地球反波，农村农社的兴建要速度的开放，南来车去航台去，那才能真正的再造台三线的浪漫。文德点红招阿姑，唔知文德的代，你文章写得非常好。可能你在都市台南高雄市做市长做了久啊，大都市的人哪里你晓得台三线的各种方向发展？哪一个乡镇，哪一个乡镇，他们遭遇的困难在哪个地方？你唔知嘛？如果那个地区反波，农社先建打死掉，你要开发什么？没有特色嘛？我跟你讲这东西的问题，我为什么会讲呢？真的讲，本来我说、啊、做得很好。文章写得很好，所以你包括艺文活动、哦、要以客家的文学文，我、哦、这个都不反对，但是不要太偏见。现在两边都主情融合，都已经合在闽南人娶客家人，客家人哎娶闽南人，娶哪里的很多，你为什么要特别去独立起来吧？你越独立就变成越对立，
啊，因为你们选票显示都在客家地区，所以你要跟牡蛎的经营，这样扎根下来是不是？台先生，那么你还少了交通部跟观光部，还有农委会、农村农社先建办法要去放宽，才有办法创造那个地方未来一个新的景象，唔当光光井然失开。你要加入里面，最主要农地农社先建的办法，要适度的开放，那边是地球反坡这一点。关于传播的时候，庄委员爆出来，大家看不出，那是买别的影片，然后翻译用客家话翻译而已嘛，鸦片嘛选好一点。如果照庄瑞雄委员讲的那个影片，什么都有。客家人是非常勤俭朴实的，那样的影片放出来，你也去看他的口语能不能翻得出来，而不是你们拍的，只是翻译的一个影片啦。不，这陈委那个不是翻，那是客家原创的，是客家原创的这个作品了，不是翻译的作品了，不是翻译的作品，不是。你们有那么多的财力去做那个吗？不，就是因为没有那么多财力，所以才做的不多了。所以刚刚张委员讲的是重播的率很高的。我跟你讲，那个语言里面很重要。啊，选的时候，那个剧本里面啊，对，当然现在的连续剧大家也看了很多，没有这样不成。但是客家有客家的本色啦。所以你怎么谈？一句客家话，唐山过台湾，这个叫做因缘历史在嘛？你给它存在，面对事实，让大家去选择。你不要那么硬，你们去没有问题，八个县市去有问题，我还以为你没有讲话了，原来看到文章讲的又毒又辣的，令人很遗憾。不是你们做的就是对，我只是这样讲，因为我经历过很多，我也了解到很多，所以你们这里面没得谈的，大概我是把你口头报告跟你的业务报告，我全部把它看完。坐在主席台上，我想到底要不要批评你？你的角色在哪里？因为你写的内容最后，还加了一个转型正义，还加了一个南向的政策，还加了一个什么那个什么条例要去修改，不反对，但是不反对。我还讲历史过去就是一段。可以去还原，不要再去强调那以前的历史，你也不清楚的很多啊。你要强调，我晓得你要去中国化，不是？所以你骂他们，这个他们的老板陈委员是中国，这个我真的要跟你澄清一下。你的老板在日本 Tokyo， 这绝对不是去中国化。中国还不这个当年就是一个反侵略的战争嘛。对啊，反侵略战争，现在用反侵略都假的一个真有，我们是无他切的。对对对，我跟你讲。对啊，陈委员很清楚啊，对啊，是反侵略战争。为什么有这么多突然说意外？我这个笔记本里面你没有讲以前，我就写了唐景松，还有邱鸿甲，苗栗人啊，他是逃到中国大陆了。对对对对对，还有一个汤无兴，大概是苗栗大湖的。吴汤兴，你只要这个大家晓得事实。我现在问你，客家的世界翻译，他是用客家话写还是用中文写啊？有的用客家话，有的用中文的。啊，那有几个用客家话？客家话来，我看客家话去写的，通常那些都是啊，白咖喱进呀进了，不好意思，拍拍感情啊，就不爱。但是我不跟你讲，不要有这样偏见歧视，跟大伙报真的没有，再没有的，不要有这样的心存在里面。客家人是非常包容的民族，也非常容忍的民族，也非常应景的民族。我希望记得不要再去挑起那样对立的情形。闽客已经在一起的啦，是啊，闽客要团结。你们这样子再写来写去，要崇高，要文艺复兴。我想就把一公这位，因为我选票在客家地区，本来就大家很好的在一起，你们特地去挑起来对立起来。没有，这个就是呼吁大家团结啊！这个为台湾的要团结啊！对，去中国大陆叫做不团结，只有去 Osaka 去 Tokyo 没有，叫做团结。这位有没有？哎呀，可怜可怜，悲哀勇敢的台湾人，台湾人你还许岁。好，谢谢陈委员，谢谢。好，谢谢陈委员，因为八县市发生哦，这个我们主委啊，立主委，我们主委不要这个喊这个团结哦，然后这个政策用这个分化哦，谢谢。
下一位请，赖瑞龙委员啊发言咨询。好，主席委各位委员啊，请那个李主委。主委长哈，哎，赖爷你好，主委长，主委辛苦了哈，哎，哪里，谢谢。我想大家对主委有很高的期待了，因为你担任过客委会的主委，那也在地方政府也担任过了，包括对经济、对观光，好，甚至对文化，好，其实都有相当的经验哦，所以其实大家也期待未来的客委会其实是扮演更强大的一个功能，然后不只是在文化面，其实在产业面各方面都希望能够整个带动啊，我们有很高的期待了，好。谢谢赖委员。好，那接下来我想直接进到那个哈，其实高雄美浓有一个客家文物馆，是，我想这个诸位也清楚。那他当时是花了1亿1000万，然后在1990年开始来营运了哈，然后他大概是一个比较地方性的一个博物馆的方式。那现在大概平均整个参观的人数大概10万人，一年大概240万了哈。那他有收费，过去曾收过60块，那现在就是收40块。然后他的整个营收状况，其实从这边表也可以看得出来了哈。参观人数的时候，从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是到十几万人哈啊，当然有一段时间稍微比较那个，然后后来又整个起来，那我觉得这个很不容易的哈，就是一个馆，其实通常是开馆之后有的会往下走哈，但是它能够在下来之后又继续往上，而且已经连续往上一段时间，而且很稳定哈，所以我认为其实客家文物馆，我认为它是一个算是一个蛮成功的一个例子了哈，就是整个文物馆的一个运作，那包括它的营收的部分也是哈，它后来也是下来之后又有一段起来哈，所以其实很稳健呐哈。那不知道主委对这个的馆的这样的运作的方向的看法？谢谢赖委员对美浓客家文物馆的那个，这个客家文物馆是应该是全台湾哈，算是相当早成立的一个社区型的哈，这个博物馆哈。它小而美哈，其实里面的内容呢，设计规划都很不错，而且提供了一些相当的一些艺文空间哈，包括表演空间哈，那么给这个社区哈来使用，所以它的收费哈，其实应该是目前来讲全国各地哈，那么第一个哈收费的哈这个社区型博物馆，然后收费虽然不高了哈，但是至少这些收来费用哈，可以支应这里的一些好人事费用的一些开支哈，所以这个也是相当不容易了，哎，所以给高度的肯定。对，你看他其实即使收费了，他还是维持住了一定的来客数了，所以表示说，其实真正的关键是内部是不是有丰富的一些元素，让大家游客愿意去哈。所以我想那个收费并不是关键的因素啊，里面有东西，其实大家就愿意去了哈。那我们回来看这个现在中央所主管的两个，一个苗栗园区跟六堆园区了哈。苗栗园区是在101年的时候启用了哈，那当时的原始建造成本就花了22亿了哈，然后他。整个现在的过去大概也花了总共到现在为止，好，其实也才过几年的时间啦，已经花了40多亿的一个经费。那我看你明年度的编列的预算，明年度大概花了2亿来做了，不管是维修或者是营运的部分。好，那六堆园区的部分在100年来建制，那这个原始的建造成本是17亿的哈，然后这个目前也大概花了差不多30几亿在做整个哈，这几年来哈，然后它的这个明年度也编了1.5亿了哈。那我看它的整个刚刚其实有些委员也关心到了，它的其实人数的部分其实是有些开始下滑的哈，从像特别是苗栗园区的部分哈，从131万到80万到62万哦，逐年在下滑。那我认为这其实是个警讯啊，哈，就是说一个新的园区其实也没有几年而已哈，那它已经下滑，而且我知道这两个园区其实都没有收费的嘛哈，所以好像从104年哈，哦有收，104年收停车费，哦收停车费，对啦，那停车费其实是很那个，所以我意思说，其实这个部分其实是我认为是以客委会这样有限的资源下，一年要花掉。这么已经花了各自花掉了40几亿跟30几亿了哈，那每年还要维持费大概要两个加起来都要3.5亿左右，我认为他应该要扮演着更
有效益的一些功能啦，不然其实你去看比照着这个美容客家这一块，哦，那个效益上面感觉上就是经营效益上是有差别的，嗯。不知道这一块主委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改革的一些想法，让这些的其实很短了，才几年了，我看有的五年六年这样的时间而已，但是已经看人数已经开始在下滑了哈，哦嗯。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方式可以更有效的提升这两个园区的一些效益的？好，谢谢这个赖委员哈。其实对于苗栗园区哈，就是我们重新明确的哈，把它定位叫客家文明的发展哈的一个博物馆哈。那么所谓客家文明，当然包括全世界的客家哈，还有台湾的客家。那么现在目前整个常设展的部分哈，其实就应该围绕这个主题哈。那么另外呢，其实也希望透过这样一个客家文明博物馆的发展，就是不是只有谈客家，比如说在台湾来讲。这个我们常常会讲说，哎，闽南跟客家到底有什么不同？比如说婚礼的进行方式，假设那个展示就可以展示出哈客家的婚礼跟闽南的客家的差异性，就是本身它博物馆扮演的知识性哈，知识性要够了哈，那么这样参观的人就会哈这个永续，而且会多了，好容易懂，然后也透过这些的常设展哈的方式呢，可以带动相关的一些包括收费，我认为都是有可能的了。但是重点在于内容哈，我刚刚讲过，就是说包括有一些研究的资料哈，那么文献，比如说了，简单讲就是说像摩里西斯哈，其实客家人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连他钞票的那个印的人头啊，都是客家人哈，所以这些人到底当年怎么去的，他在那边如何去奋斗。奋斗了以后怎么会今天的成果，这些过程其实都是一个客家共同的记忆，客家的历史。那么客家人曾经也是在这个东南亚，那么要建立一个罗荒伯那个共和国，南方共和国，那这样的个历史文物到底有没有，那么在中国到以前早期在所谓原乡在这个梅县的时候，他们怎么样出来，当年的生活是怎样，所以这个东西客家的一个文明的一个发展的过程，然后到扩散到全世界的过程，然后有一些文物，有一些这个那个有比较有设计的一个展示的话，我相信这个会是一个全世界那么最具有客家这个内涵的尤其是从过去的传统到现在，然后谈到未来这样的一个博物馆。那这个博物馆如果收藏丰富的话，那么相信未来全世界各地来的客家也好，不是客家族群也好，要了解客家也好，这是最好的一个地方了。我希望定位成这样子，将来会有一个好的一个成果出来。对，我想我非常认同，就是内容啊，有好的内容，其实才能够吸引各方，不管是游客或者各方的一些事情，他愿意去不断的去参与，甚至不断的去，甚至于你将来即使你是一个很有价值，那你有一些些为一些费用的来做维护、维持营运的话，我认为那个才能够是一个长期可以持久运作的一个了哈。那但是刚听到比较多是在苗栗这块六堆，不知道主委有没有更多一些，包括现在大家也很关心的现在也常提到台山县的部分哈，台山县跟这个两个的园区之间有没有更多的一些连结的部分，然后鼓励大家能够多多来参与跟了解整个这相关的文化啊，同时也做一个体验的那个部分。这个六堆的部分，这个刚刚讲的也是定位还是要从定位开始了。定位它当时就是定位成一个叫生态博物馆的概念哈，那么生态博物馆概念就是说它不是一个游乐园区哈，因为游乐园区里面当然就有很多游戏设施，然后旅客来到这边哈，就在这个园区里面去消费，去那边休息休闲哈，那么这个叫做游乐区了，但是它扮演的功能并不是这个样子，它必须要去带动哈，它等于说它是一个平台，这是一个核心，那么带动客庄哈六堆地区的12个庄头哈，那么它的那个产业哈，包括观光的一些振兴要能够带动了，所以将来六堆园区它必须要去加强六堆本身历史故事，还有产业的连结跟观光路线的连结啊，这方面呢来提升它在这个那个客家文化发展上的一个地位跟贡献了。这个希望主委花更多的心力啊，因为刚刚其实也提到了，其实它在南部的整个部分的，其实应该有做更多的串联。因为我看原先的，其实多数过去还是比较局限在屏东的这个思考。那事实上，高雄这么的一个大都会，包括刚刚也很多委员都提到，其实南部的很多的，其实那个如果怎么去做一个有效的串联哈，让大家，那同时未来这一块怎么去做一个有效的，刚刚照主委那样的方向去做一个转型，那恐怕也是一个工程了哈。那我只是说，因为每年其实也花费了3.多亿的这样一个经费，我希望它能够也占
客委会里面也是一定比例的一个经费啦，它、也是两大园区，我希望它扮演到更强的一个效益啦、然后当然我也很认同啊，其实很多事情是回到各个这个里面去哈，去实质去体验。但这一块的园区整个将来怎么样的规划，能够真的吸引到更多人来认识客家文化，甚至愿意来不断的来。我想那是一个另外一个重要的一个课题啦。那也希望主委花多一点力气，特别是在南部这个六堆这边啊。OK， 好，谢谢。好，另外很剩一点时间，我有看到，其实主委有提到，因为您也对媒体也非常的熟啦，也包括当过那个公视总经理。那个对于客家电台这块，你有没有什么样的更具体的一些想法？客家电台现在是就是说这个，我们预计哈，现在正在规划了哈。那么客家等于说是目前这个全国，它是一个全国的频道了哈，全区的频道。那么现在正在规划，然后希望能够在年底以前呢、就能够开播。将来其实这个广播呢会结合网络哈。那么的，因为广播的话，大部分都是比较年长者哈的，但是广播呢，可以其实可以跟年轻人有很多的接触，将来就是以希望能够比较有创新，还有互动哈这个方向来规划了。我其实是很认为，因为广播其实穿透力是相当强的啦，其实不只是老人家，因为他有时候你可能在工作，或者是你在那个，甚至于你在小朋友年轻人在念书的时候，什么他也可以去听到。我认为那个穿透力是相当强的哈。那因为之前包括在高雄广播电台那样的经验，我觉得其实他可以扮演的，我想不亚于客家电视台的一个功能啊。因为电视台毕竟还有影像的哈，它相对成本跟相对复杂度也比较高，但是电台反倒是很容易被，因为你耳朵只要听到，甚至于耳濡目染，它很容易去。我认为导致未来如果客家电台这一块好的话，也许会扮演非常好的功能，而且很多的客家好的一些音乐哈，不管是甚至于很多好的一些不管是流行音乐等等，我觉得透过这个方式让更多年轻人很容易的去接触到，我觉得反倒是一个非常好的效果了。也希望未来主委在这一块能够多加花一些心力，我想这也是您非常熟悉的。那另外一个也是没有时间哈，我想客家美食的部分啊，其实我个人就很喜欢客家美食哈。那我认为美食其实是所有人都喜欢去品尝，我认为那是一个很好的媒介啦，就是说你去认识一个文化或者是那个，那我觉得客家美食应该还有很大的一个空间，让全世界的人更去了解，其实有这么棒的一个美食哈。那我觉得这个也可以，也许主委可以花多一点点资源跟心力去推广，我相信会收到很好的一个效果。OK， 谢谢。这个美食的部分，我们其实每年也都在办哈，这个创新哈，还有像今天下午到晚上哈，有一些美食宴，就是请观光业者哈，那么提出的一些创新啊，这个有创意的美食，在建立在传统的客家风味上，然后用创新的方法来呈现客家美食。这也是主委的强项啊，就是主委再多花那个心力。好，谢谢，谢谢，谢谢主委，谢谢，谢谢。休息十分钟，好。
阿伟。我们现在继续开会，请客委会主委、副主委各位官员就定位。我们现在请我们 CLASS 委员发言主行。主席好，有请客委会的产业经济处的处长。哎，你好，处长你好，所以您是客家籍的处长。没好讲你啊，没哦，真的啊，哦，但是你很会讲，啊。好，所以你没有办法，你能不能用？可是因为你会讲嘛，所以你能不能用客语解释义民庙的由来？还是我没办法用客家话来解释啊义民庙的故事。好，那你用中文没有关系，请说。哎，义民庙的部分是主要在是记录啊台湾在客家乡亲啊，当然还有一些原住民，还有。闽南的乡亲在这个在这个抗日期间针对保乡为民的这个故事所为了纪念这些保家为民的台湾的乡亲所成立的一个庙宇来纪念他们这个抗日的一个事迹。那客家跟原民的关系在义民庙的这段历史里面是怎样的关系在义民庙这一块吗？对。对于在义民庙这一块客家跟原住民，我想 这部分我并不是那么清楚。好，那你请回。那有请主委。各位委员你好，上次质询的时候我有跟您请教分享，也提醒过客委会力推的浪漫台三线其实是跟原住民息息相关的。是，好，那我们知道浪漫台三线是小英总统选前提出的重大的政治的承诺，不过如果光是来看好左边这个应该是这个清廷时期画的这一条线，那右边是日本人来的时候画的这个所谓爱永线，好，那中间就是我们的目前的台三线。好，那其实我们如果光是目测会看到它其实就是沿着山区画出来的一条这个经济或是交通的要道。那这个小英总统的承诺其实是一个把台三线的人文环境产业整个串联起来的概念，那基本上它是希望可以带动客家庄的经济产业发展，是一个跨领域的大型的整合型的政策。所以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他的精神是说是以客家文化作为主要的内涵，然后发动产业、观光旅游甚至饮食方面的革命。我想这应该是整个浪漫台三线政策推动背后很主要的精神嘛。对对。但上次我也跟您提醒过，如果来看台湾的文化历史，这一条台三线基本上就是在历史上了是元汉冲突最剧烈，汉人口中的藩界的一条线，日本人口中所谓的爱永线的一条线，也是原住民族在情感上认为最被强烈剥夺的一条线。是，如果回到21世纪的今天，当然也的确沿着台山线沿线有很多的客庄，好，那
还有很多原住民族地区的前山地区，前山。那台山县到现在还有很多原客混居的现象。如果根据客委会的资料，这一条线贯穿16个乡镇市区，全长150公里，它包括行经桃园的大溪、龙潭、新竹的北埔、峨眉、内湾、尖石，是苗栗的三湾、南庄、大湖、卓兰，还有台中的东势等等。这些一听，那在地的人会知道，就是当地的泰雅族、赛夏族跟客家民族混居的这个地区。所以如何推展客家文化，推崇客家英雄的时候，要特别的小心，要特别的敏感，要知道不要再创造更多的原汉冲突，因为这是总统向原住民族道歉，他背后很重要的精神就是和解。是，好，其实我们希望不要再有冲突，要和解。但是我们来看客家观点眼中的义民庙，我们来看，这个是新埔的义民庙。如果我们引述北埔旅游服务中心的网站，义民庙为什么产生？是因为为了防备当时常有的盗匪跟未开化原住民的滋扰，连庄合族相互支援，此即日后义民军组成的武力基础如何如何。这是新埔义民庙到现在北埔的旅游中心对义民庙的解释还是如此。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好，这个是指导是客委会哦，义民记的官方网站，我们如果点进去对义民记的解释。好，来看清同治年间狮潭乡深山地区深番出没，时常滋扰地方，当时先贤黄兰球率地方乡勇前往剿清讨平如何如何，所以设置了义民庙，因为他们是永垂典范不朽，我们要包忠。这个忠是什么样的忠？我们来看，我们永远在义民庙会看见这两个字。主委，你应该很清楚，也会愿意承认或同意，史官的选择是权力的展现。刚刚那两段文字，你有什么评价？我认为那个是非常的不妥当哈。那么这个是以汉族中心哈这个为主的一个史观。啊，为充分尊重到多元哈的文化的一个观点，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会了解哈的。因为事实上，当然过去的历史哈，那么我觉得有必要再去做一些厘清，不必去怕哈。过去因为有伤痛哈而故意去别人，所以我们这次在这个包括这个在台山县规划的时候，我们杨副主委还特别请了我们原住民的文史工作者跟朋友哈，共同来讨论将来在这个哈台山县里面的文化里面，我们包括原客之间哈这些部分的要怎么样去呈现哈，才能够彰显哈就原住民哈在这个地方的一个主体性哈，所以有考虑到这一点。所以至于包中的部分，其实我刚刚一直讲过，就是说客家的部分啊，其实有很多的论述哈、啊。这个过去啊，这个所谓的义民哈、啊，这个包中，中就是包哈、啊，这个其实是当年所谓的皇帝哈、啊、所颁赐的。那么这个是一个，就是说等于说统治者的一个史观呐、啊。所以我们慢慢的希望能够这个让。这个我们台湾人也好哈，或者是客家人也好，或不管是原住民或外省人，能够了解，其实大家都在这块土地上曾经有过血泪，有过这个奋斗，也有同时也有合作过。对，其实因为我知道客委会在今年的7月18号有颁定一个客家委员会国家级台山县客庄浪漫大道推动小组的设置要点，这是为什么我刚刚请教处长的原因，因为我知道在这个政策上，产业经济处是主角。那产业经济处的处长根据这个要点是执行的秘书，所以我们也很希望说主委、副主委，还有这个处长，可以共同来了解这一段台山县。当我们要大力的推广、行销，以所谓客家文化作为政策的推动的底蕴跟基石的同时，这条线画出来的这一条原汉之间的关系，要如何非常敏感巧妙的整合，我想其实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功课。尤其是明年客委会的岁初预算28亿当中有8亿多元，就是要用来推动浪漫台山县的政策，也就是说客委会有30%的钱要用来推动浪漫台山县。
线，我们很担心针对客家文化的行销会在有意无意之间，像刚才这样子，我们看到的包中的字样，有意无意之间伤害台湾的原住民族。因为在这条台山线真的有很多原汉混居的地区，在这个地方的泰雅族、赛夏族非常会讲客家话。对，好，包括我自己，因为我住过竹东地区，所以其实这是我为什么我会一点点客语的原因。所以要多一点细心，多一点敏感，多一点对不同文化、不同族群的尊重。那我相信浪漫台山线呢，会是为客家，甚至为前山地区的产业跟观光发展、原民地区，会带来非常多的协助。如果说这样的发展是必须以牺牲原民的史观来作为代价的话，我相信原民也是不会欢迎的。就好像昨天的前两天的国庆，那国庆就出现主持人他的粗心或是无知，他可能他的好意想要创造一个口诀来背诵十六族的原名，结果组合起来出现一个非常滑稽好笑的，甚至让原名有觉得被伤害的感觉的口诀。我想这个都是教育非常的重要。在原我们台湾的原民众啊，在旅游来到这个台山县的时候，我们更希望在上面看见的碑文，那旅游的手册不要再出现类似的状况。另外啊，就是有一个，就是我要讲到这个客语的认证，我要在这边完全的表达支持主委不再发奖学金这样的一个政策。好，因为我们看到自从这个一百年还有98年客委会颁定了这个奖学金哦，鼓励大家讲这个客语的奖学金的要点，结果我们来看开始发奖学金之后，我们并没有看见主语这个客语的通过率是这个如何改善的，我们看到的是不断下降的一个趋势。所以您能不能，时间到了哈，可不可以再简短的再来说明，您不再发奖学金，但是您所谓沉浸式课语教学，您的蓝图是什么？一本讲。沉浸式教学简单讲就是用生活化哈，还有游戏哈的方式哈，那么来让小朋友轻松的学习课语，生活的课语，而不再是一个哈，为了哈这个考试或者是为了上课好而做，那便是增加小朋友的负担。所以我们现在全面推动哈，从幼稚园开始，在一个小幼童在整个语言形成的过程当中呢，就能够哈这个他的整个认知神经里面是有客语的这样的一个基因在里面。那么我们认为就是说，客语的永续发展大概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第一个一定是要对客家文化的认同哈，跟他的这个荣誉感哈。那么第二个呢，其实要让客语成为一个有用的语言哈。那么当然所谓客语有用语言，其实我们主张的是应该本土语言呐，包括原住民，包括喉咙哈，包括这个客家，将来在整个教育体系里面，公务人员升迁体系里面，甚至在未来的那个就业体系里面，它能够有一定的哈这个竞争力。那么其实全世界很多国家，保护少数的语言或者母语啊，其实都采取这种方法。所以我们将来呢会透过这样的方法修改相关的一些法规哈，那么来完成这样的一个哈这个梦想的。好，不发奖学金呢需要很硬的肩膀，要有 guts， 但是修正整个关于义民庙或台山县的相关的历史的史观，对，也需要有很硬的肩膀跟 guts。 我们希望我们共同创造一个和解的台湾。对，谢谢诸位。好，谢谢 Glass 委员，谢谢。下一位，请陈其迈委员发言出席。主席，各位同仁，请教一下李主委。这位你好，主委辛苦了哦。慢点聊点先。我看了一下106年的我们中央政府总预算有关客委会的一个部分啊。是。那我首先还是要先对主委表达肯定啊。谢谢。因为我们的客家的预算在去年105年是25.5亿啊，那今年增加到28.5亿啊，足足增加了这28.1亿啊，那增加了2亿多啊。那其中在预算的一个结构里头，在客家文化产业发展
啊，在去年是 7.17 亿，今年增加到 8.9 亿亿。好，那在文化教育的一个推广也增加了大概1600万。好，那减少的部分是在客家文化发展中心的一个规划跟营运，从 3.8 亿减少到 3.6 亿，大概减少了2000万左右。那但从预算就反映了，包括说新政府对于未来一个客家政策的一个推动，它的一个方向。哦，那蔡总统的浪漫台山县也好，哦，或者是对于客家文化的一个推动，反映在文化产业的一个推动跟整个包括文化教育的一个推广，那这个方向非常清楚，那我也非常肯定。哦，谢谢。那其中我今天要就教这个主委的，就是在于客家文化发展中心的规划跟营运的这个部分。是。那刚刚几位委员同仁大概也稍微提到了，哦，那其中呢，在检讨说这两个啊，这个文化园区的一个推动的一个状况，哦，包括譬如说以105年来看，哦，苗栗县这个苗栗的文化园区，哦，客家文化发展中心苗栗园区的这个部分，哦，1到6月今年大概下降到25万人，哦，那六堆还好，六堆大概有44万人，哦，那收入的这个部分，你只要以这个一到六月来看，哦，大概在我们客家文化发展中心六堆园区来看，大概是525万，哦，那苗栗园区啊，大概是197万，哦，那我以一个对照组来看，哦，就是在六堆园区隔壁的这一个，我们在三地门，也是在临近，我想诸位也非常熟，哦，它的营运收入是1800多万，因为它有收门票，哦，一张门票150块，哦，那我们六堆园区跟苗栗园区，我的了解是没有收门票，它大概是贩卖一些什么这纪念品啊，或者是这个餐厅啊、餐饮收入啊，哦，的这个部分，哦，那台湾原住民族文化园区，它的这个人数啊，在一到六月将近就22万，那换句话说比不上六堆，大概六堆的一半，但是已经快追上这一个苗栗的这一个园区。哦，大概已经人数已经快接近，那苗栗园区呢？从原来一创园开始啊，第一年102年大概139万，哦，那主委，您刚刚的一个答复是说啊，这个人数你不会追求人数的这个成长，这个我同意啦。哦，那你也提了很多的这个包括园区的一个改善计划，哦，但是我还是要就叫主委，就是说你除了说园区，你要是问我说，假如我们的外国朋友或者是国外的这个客家的客家乡亲，譬如说在我们东南亚很多，他要研究客家文化，那我第一个推荐的，会到我们美浓就常住，因为我们美浓有保存非常好的客家文化，他绝对不是说一个外国人来，他要研究客家文化，你就把他说，那你住到六堆文化园区。然后里面盖的这些所谓的研习宿舍，啊，或者是这些相关的这些设施，啊，把它弄得像一个大学，那这样是学不到我们客家文化。你必须是像主委之前所提到的说，好，那我们就到美浓，我们就到山岭，或者是到我们这个中孔少委员的故乡，啊，那你去在享受客家文化周边的包括景观。生态，哦，跟文化之旅，那你才能够真正了解到整个客家文化嘛， 对不对？对，好，所以我的问题很简单，就是对于客家文化园区整个的一个改革，对，那这个当然是主委你势在必行，你必须去做的啊，对不对？那我刚刚听主委的一些报告里头，哦，隐约对于说这些客家文化园区，我比较担心了，哦，因为马总统当时在2008年就任总统之后，我们的客家基本法第13条里头有特别提到说，政府应积极推动全球客家族群的连结，建设台湾成为全球客家文化交流与研习中心。所以马总统啊，就把苗栗园区定位为全球客家研究中心。换句话说，要研究客家文化园区在台湾。这个全球的客家文化，那就在台湾啊，台湾就在苗栗的客家文化园区，所以这个回归到说，我一开始就跟主委报告的，就是说，
客家文化的一个推动啊，我的看法啦，它并不是以一个园区你就能够解决所谓的一个客家文化的一个研究。你设了一个研究中，你设了一个全球客家文化研究中心，那你台湾真的就成为全球客家文化研究中心？道理不是这样的。所以我要请教主委的就是说，你的具体的做法是什么？哦，我是不太赞成说，那就纯粹做一个，哦，那就是学校。哦，或者是研究，台湾已经有20几所的客家相关的研究所，哦，所以你客家园区的一个定位，你必须提供一个整合型的一个服务嘛，你必须整合，包括说这个相关的邻近的一个客家村落，好，那跟客家园区你做一个整合型的一个计划嘛，这个我不晓得主委你的看法，具体的一个想法做法是什么？谢谢陈委员的指教哈，这个刚刚提过，就是说两个园区哈，其实定位上有一些不大一样的哈。那么南部这个六堆文化园区哈，它是一个比较是生态博物馆的概念。所谓生态博物馆，就是说它必须要把所有的12个客家庄哈，当作它整个园区的一部分。那么这个园区呢，只是做一个平台哈。那么希望所有的外国也好哈，或者是这个其他的旅客哈，来到这个园区哈，就能够了解到六堆的所谓的历史，为什么叫六堆哈。那么第二个就是说六堆各个乡镇的现状到底是什么，那同时呢也介绍哈六堆的观光美食哈等等相关的一些景点，那么来这边了解整个情况之后呢，再辐射出去哈，或者是骑脚踏车，或者是搭哈这个相关的一些接驳车哈等等到客家庄去体验，好，这个是六堆园区将来必须要扮演的功能，同时它要带动哈客庄12个乡镇的哈本身在艺文哈艺文方面的一个发展哈，跟尤其是比较传统的哈啊一些艺术哈，这个那个文艺的哈，的团体的辅助跟表演的哈。那么苗栗的部分呢，其实刚刚讲过说全球文化中心，其实这个定位不是传承的啦。其实，在陈水扁总统的时候，其实也标举说为什么要建苗栗哈文化园区，当时就希望成为它是一个全球客家啊文明的哈这个博物馆啊，类似这样的观念。那之所以定位成全球客家文明，就是说，因为客家人散居在全世界各地哈，大概估计大概有8000多万人了。那么这8000多万人的过去、现在跟未来哈，希望这些相关的文献、相关的论文哈、相关的书籍哈，所有出版包括音乐，都能够在这个地方啊，能够收藏，能够成为一个哈资讯的一个中心的。主委，你误会我的意思了。是，我的意思是说，你要建立一个全球的客家的研究中心，对，那你相关的一个配套嘛，对，哦，包括说你在整个软硬体的一个设施，对，哦，包括说整个园区的一个规划，怎么样跟其他客家庄的一个整合，对对，那这个是必须一个整合型的一个计划，对对，你不是说你在苗栗好了，我就要设一个全球客家研究中心，那结果这几年你看，包括从这个旅游的一个人数跟整个经营的一个绩效来看，我看不出来说苗栗文化园区只要按照原来的旧的一个设计里头，它有条件成为一个全球客家研究中心了。所以我意思说，这个我们的计划你必须改弦更张，哦，在政策上你做一些调整嘛。否则我刚刚看了一个预算，哦，我们在送来的一个计划，哦，包括在客家预算的一个计划里头，啊，原来，哦，这个部分是属于103年到108年的客家文化跃升计划里头的一个所谓的园区领航计划，对对，所以我拜托主委的就是说，那你在相关的一个计划里头，这个103年到108年，你现在几乎是等于说民进党政府在做，是在执行国民党的一个政策嘛？对，所以你的计划你必须做一个滚动的一个检讨啊！哦，我同意啦，哦，你必须有一些，包括说你一些书籍、资料。相关的这个这个文件的一个建档，但是你不可否认说，这里必须成为一个包括说民众的一个观光也好，哦，或者是整个一个产业的一个活动也好，这个必须做一个在不管是台山县，或者是说在作为说我们六堆的这个园区里头，这个作为一个领头羊的一个计划嘛，所以你不可能说，我刚刚举一个例子说在三地门。哦，你门票收入你都可以达到1800多万，哦，所以你园区的一个改善，不是说只有说所谓的文化，那我不追求人数，那你具体做法是什么？你还是必须要说，譬如说这边的一个商业活动、产业活动，或者是说相关的这一个，包括说整个你整个一个活动的一个设计，
哦，这个也不见得要花钱啊，对不对？所以你这个计划，你还是要必须做一个检讨，提出一个改善的一个计划啊，奠定一个目标。那这样我们国会在审查预算的时候，才知道说啊，这个部分到底的情况如何嘛？你增加的效益到底是什么？你外溢的效果到底是什么？不是吗 ？OK， 谢谢这个，我们会有计划。现在事实上已经开始哈，着手在给，包括这个常设展的部分啊，就必须扣紧哈，这个整个刚刚讲的说客家文明发展哈。那么这样的一个对，那么我相信这个内容如果充实以后哈，那个人哈，参观人数甚至包括收费都是可以考虑的。对，现在其实坦白讲，就是说作为一个客家文明发那个，就讲一个博物馆好了。博物馆来讲，它目前来讲相对来讲薄弱很多了，所以这个部分内容的部分还是要有很大的充实的空间的。我主席站起来，我最后再问一个问题哈，就是说行政院原来核定的社会发展中长期计划里头，包括这个四大计划，包括客家文化跃升计划、海外客家事务推广计划、对客家特色产业创新发展计划、以及这个客语生根计划，这个当时马政府的一个政策，我们现在检讨的情况怎么样？这个计划是因为已经是所谓的行政院核定的中长程计划，所以我们在这个大计划之前，下面的一些工作重点有做一些调整了。这个主委，我是不是可以拜托了哈？大概在审预算前，把相关你们的对于原来的旧的政府的计划，对，跟现在新政府上台之后，你们一个检讨，就这四大计划的一个滚动式检讨，相关的一个报告送一份到我办公室。有 ，OK， 好。那最后这个拍得加带的客家电台，是，对，客家乡亲期盼的客家电台，是啊、哦，这个也是蔡总统的政见，这个大概什么时候可以落实？我们现在正在紧锣密鼓，预计什么时候？预定年底以前可以开播。预计年底以前可以开播。现在是各方面平行在作业，对啊，这个我想是乡亲啊，客家乡亲争取相当久，这个对于我们客语生根也有相当大的一个帮助啊。这个也是我们立法院啊所有的委员同仁，包括我，我们长期在推动的一个目标啊。那我们也希望说，这一个包括说。啊，整个未来的一个营运跟这个预算，我们立法院一定会全力支持。好、哦，谢谢，那我们也希望说客委会能够全力以赴，好不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陈委员，谢谢。对，那资料不要你一个人呐、啊，给大家看一下，你们政策的改变看有没有比较好嘛、啊？好、哦，比较一下就晓得了，好不好？当然一定会比较好啊！好，哎，下一位，我们请江启臣委员。发言咨询。好，谢谢主席啊，请主席邀请主委。我只有六分钟啊。啊，六。江委你好，哎，主委好啊，时间也非常有限啊，我想我就直接问了，刚才有几个委员请教你啊，就是。我觉得你应该是客委会主委，不是陆委会主委啦，对不对？但是你提出了这个对九二共识的批评跟看法哦，我想也引发很多不同的回响啊、哦。那你对这件事情你自己觉得，以你的主委身份来讲，这样的事恰当吗？跟委员报告哈，这个我认为并没有不恰当，因为客家也可以对哈。实事表达客家的观点啊、嗯这个观点可以大家讨论啊，所以你的观点代表所有的客家人吗？也不是，不那个我可以说站在客委会这个主委，当然客家内部我知道有很多的不同意见了，对，那么包括这个三个主要的县市长哈、啊、也都是客家籍的嘛、嗯、所以我想客家并不是说只能够限定在客家文化本身的、啊、客家对于台湾的前途，对于台湾的公共事务都有权利哈、啊、表达意见。那你觉得你这样子的批判恰当吗？这个是我的观点，可以接受公平、嗯、可以接受讨论。那你既然说这个、嗯、你批评这八位县市长到大陆的行程是把大陆当老板，对，不是把台湾当老板、嗯、然后你认为这是一种屈辱嘛，对不对？是，你有讲嘛，对。那我请教你，当初当高雄市副市长的时候，对，陈菊去大陆是不是也是屈辱？对，我也一起去了。那也是屈辱，对不对？那个不是屈辱。那为什么？那个时候中央的政策是两岸哈，这个九二共识没有错。那么，但是当时我们去这个那个台湾啊，就是有当时是没有承认九二共识，我们是谈的是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所以那一次访问的那个，我想这个这
那个姜委员可以去这个回顾一下过去的新闻，可以报纸的。那所以现在去的就是区入，当时去的就不是区入，还是只要有你去就不是区入？不是，当我下次请你带队去，不是，好不好？ 我想姜委员也不是这样的。那个现在是因为你要不要下次带客家县市的首长去？我不会，因为你带去就不是区入。不是不是，也不是这个样子，对不对？现在是这样子，主委，我觉得啊，你不宜在这种事情上面去做公开的批判。好，这些县市首长，他也是首长啊。对，我想他也是为老百姓、为生计。是啊，我也说他是为了生计啊，对啊，对不对？那你这样子就说他们是驱入，这是要让人家听不下去。再更何况客家的交流哦，两岸之间客家交流很密切哦，是非常密切的，对不对？对呀。那照你这样讲，那只要现在有交流，这也算是驱入了。不，这个也是过度的延伸了。民间的交流，我们甚至我们都补助，都鼓励啊，都这个都没有。所以我觉得你不能够轻易的去下这一种定调啊。我的批判，我的观点可以接受批判，你的身份是客委会主委啦。好，那更何况去批判说把谁当老板，把谁不当老板，这个是你过度延伸哦。这不是别人过度延伸哦，这可以接受公平。你可以针对他到那里的一些他讲的话的事实，但是你不应该再过度去延伸说把谁当老板，把谁不当老板。我觉得这是很不恰当的，好，特别是作为客委会的主委啊。那也因此有人说，那你干脆去当陆委会主委好了。不，这跟陆委会也没有关系。我是说表达客家哈，这个我是作为一个客家人表达观点。我觉得你可以讲说，两岸的交流我们要维持我们该有的尊严。啊，你陆委会可以全力来协助，我觉得这样讲大家都听得下去了。可是过度的延伸，做自我的解释，我觉得很多人会不认同啊，包括所有的客家乡亲也不见得会认同啊。好，我想这是我在这边我要特别提出来的啊。另外，我想请教一下主委，我们这个新南向政策啊，我们都知道东南亚其实很多的客家的这些乡亲，他们在东南亚，他们跟台湾的交流其实也非常的密切。我想请教一下，像这一次的国庆，我们看到这么多空位啊，很多其实是属于海外侨胞的。好，那时候我记得侨委会啊，为了这个事情啊，在三个礼拜前，因为我去年我有提一个冻结案，他要求我解冻，我说我答应解冻，为什么？我让你可以去做事。但是我看到这个稀稀落落的场景啊，我非常失望啊，因为国庆的场景，一样拢空诶，然后侨委，我想请教这些海外的侨胞，尤其像东南亚这么多的客家乡亲，这些邀请的工作上面，客委会有没有参与？这是我们是侨委会，这个是侨委会在负责，对，我们没有，你们没有参与，都侨委会，侨委会在负责，是的，那这难怪会变成这样，哩哩啦啦。东南亚多少我们客家的这一些乡亲啊，他们跟台湾其实有很多的互动啊，对，对不对？那国庆这么好的场合，我们客委会居然没有参与相关的邀请工作。你知道今年多编了多少钱吗？今年比往年啊的这个国庆啊，我们大概多给了将近1000万的筹备的钱给这个侨委会，好，我改天再问侨委会。我只是觉得说，我们在讲新南向，对不对？蔡总统讲了这么的响，新南向，你们也讲以人为本的，的新南向政策不是吗？那客家不是以人为本吗？我们客家的这些乡亲的交流，难道不是以人以文化为本吗？是啊，是。那这么好的场合，为什么居然没有东南亚的这些客家乡亲来组团？客委会，你们要不要去跟侨委会好好检讨一下？这个部分我们会跟侨委会来联络。这个资源我们不是没有给啊，还特别编给侨委会啊，让他可以办一个风风光光的国庆日啊。结果我们看出来那些空在那里的位置啊，真的让人家觉得非常失望了啊。我再问客委那个主委另外一件我也是很失望的事情，浪漫台山线，我请问一下，这个台山线走到我们东势那边的时候，你觉得哪里浪漫？
你告诉我，都是有林场啊，还有那是客家吗？东势林场是客家吗？不，就是沿线。东势林场是彰化农会的、欸，不是东势的、欸，他是林场、欸，他是客家吗？他不是啊，所以浪漫台山县文化园区，走到东势、走到我的山城，走到我们石冈，请问你看到什么？有没有看到客家意象，诸位？客家意象这个。你说是，而且那里是全台湾保留大埔客家文化，算是最完整。像石冈的土牛博物馆就很好啊，对啊。那个土牛博物馆是人家家族留下来，对对，它保留的很好，刘家的。对，政府做了什么？我们好不容易在几年前跟市政府，都达成共识，我也帮忙争取旧的东势高工的土地。对对，好的。都达成共识，还发了设计标，花了两三千万，客家多功能的文化园区，要把旧的东势高工做一个改造活化，结果市政府马上他发包，自己发包设计标，结果今年怎么样？今年说不干了，不做了，要盖学校，盖实验小学，诸位，这个浪漫台山线走到东势。请问在哪里浪漫？你的客家的浪漫台湾线在哪里？你们都没有意见哎、欸，我们中央客委会完全对这件事情不予置喙哎、欸，没有意见、欸。这个、我们会跟台中市政府再来讨论。你知道吗？当地的客家乡亲对这件事情是多反弹，你知道吗？你把东势人骗得团团转。答应了，做了。设计标发了，土地跟教育部拨用的，结果现在180度，毁诺，转向改做别的，而且改做别的也没有得到当地民众的同意跟征询，连征询都没有。通常一般这个是对客家文化一个很大的欺负，你知道吗？跟江委员报告，因为基本上这个我们这方面的建设哈，我们都还是尊重地方上的意见的，所以我们会跟地方哈，地方上的意见不是只有市政府的意见，对啊，包括这个就是各界哈，当地乡亲的意见，你们要不要去问一下？所以我们也会在一起好去讨论一下。我只是要帮你落实对浪漫台山线呢，是谢谢，对不对？不然你在那边喊得很响，你喊到后来，为什么有人会说台山线变成是那一个台山线？就是大家没有看到具体的东西嘛，所以你现在你说叫我去东势讲说，这个中央政府要推动浪漫台山线，台山线也经过东势啊，经过石冈啊，也包括在里面，都包括在里面嘛。东势石冈都大家只问一句话，大家只问一句话，哪里浪漫？客家浪漫在哪里？答应的事都没有做啊，然后把大家骗得团团转啊。Okay, 对，诸位，这件事情我请客委会是你们要去了解。OK， 好而且不管怎么样，你应该给东势大埔客家乡亲一个交代。会的，那么这个是我们大埔，否则你的浪漫台湾线的政见等于就落空了、啊。对对对对，可以吗？可以，好，所以你可以承诺吧。可以可以，我们会去这个跟地方上沟通了解哈，那么看看怎么样哈，这个提出一些好的方案没有？好，谢谢。好下一位，我们请李俊立委员发言咨询。主席、各位先进，蛮请客委会李主委。李委你好，诸位好，辛苦了哈，站了一整天，谢谢，好，来，有关客家委客委会哈，其实现在你们有两个重点哈，第一页来，
就有关传承的部分，你们希望复苏客语，让客庄变成在客语变成在客庄是一个通行语言嘛？是。那另外一部分希望创新，就是整合过去原有的资源，哦，然后文化的部分，然后带动文化产业，这是你们的目标嘛？对不对？是。哦，这个目标我们都同意了哈，但是如何的做法，我们要来观察一下。来，下一页。嗯嗯。其实哈，复苏客语这件事情，我们从九十二年做到现在，好，九十二年做到现在，但是方向上有没有做对？哈，这个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哦。客委会从九十二年来前面也来哈，客委会从九十二年就开始辅导学校、医疗院所、大众运输工具作为客语无障碍的服务，现在其实也大部分都做到了。好，来下一页，这里哦有一个重点，你们有一个客家文会推行公视客语无障碍环境补助作业要点，有没有这个东西？有，现在好像有做了一些修正。有做了一些修正。有做修正，对，是。这个是补助作业要点嘛？这里面有一个我就不太懂。你们讲的说这个考量的原则哈，这个是在你们作业要点第九条，申请地区为客家文化重点发展区者，得列为优先补助对象，是不是这样？现有的规定是这个样子。现在就，换句话说，就是说我们还有，我们客委会还有去划分说，哎，客委会的重点发展区域跟不是重点发展区域，是不是？是不是这样？根据客家基本法哈，这个它是有分成客家重点发展区。它当然有重点区域，不重点区域嘛，对不对？那但是我现在想了解，就是你们这个是推动客语嘛？那推动客语其实是越普遍越好啊，为什么还要分重点区域跟不重点区域？这个其实我是同意李委员的看法，应该是普及化嘛，不但普及化，而且甚至在一些比较客家族群越少的地方越需要。其实像我嘉义市，我嘉义市的客家人口非常少了，我嘉义市的客家人口大概2000人左右。是哦，那像我自己，我完全不会客语哈，我应该要学习，应该要努力学习，但是环境没有嘛。是，那问题在这里，来，我们看下一页，我去调查你们这个作业要点。从民国九十二年推动到现在，总共补助了478件。嗯，好，这个补助用这个作业要点补助478件，但是这个478件，我对照了哈，你们总共有69个客家文化重点发展区，其中只有41个区曾经提出申请，只有41个区了。换句话说，还有将近20几个区没有提出申请。那诸位，你有没有了解说这个原因是什么？这个原因哈，其实我们还有很大的一些努力空间呢。就今天我常讲说，这个在应该才快15年前哈，客委会成立之后呢哈，政府也好，地方政府也好，民间社团哈，各级民意代表都很认真在推动。但是其实客语哈，过去50年呢，它所遭遇到的压抑哈，其实现在可以说自信心是在慢慢的恢复，还没有完全恢复啊，所以我们还有很大的努力空间。起来了，还没有完全推动普及了。但是我要强调的是这个补助作业要点了。对，来，我们看下一页，其实你就很清楚问题出在哪里。这个是我针对你们所谓的重点发展区，我画出来。我画出来哈，各县市。然后有绿的地方就是表示绿色的部分表示什么？表示它是重点发展区域，它也曾经申请过补助。那如果没有划到，就是说他从来不补助嘛，他从来没有申请补助嘛。啊，我请教主委哈，这个20几个地方从来没有申请补助，是因为地方政府不作为，还是因为客委会就是不补助给这些地区？我想应该是，这个因为他有一些这个，因为是补助款，所以地方政府有负担相对的哈一些这个配合款的部分，而乡镇区公所他们没有把这个当作优先的哈，对，这个就是我要提的问题。是，我们中央部会太多事情是这样，我那一天咨询内政部也一样。对，我们中央部会太多事情，我们为了要补助地方，所以要求地方要做。但是我们在补助地方的时候，也同时要求地方要配合所谓的地方配合款。对。那所以针对这些区来讲，针对这些乡来讲，他说：“哎呦，我得那波急啊，我还要提出来这个补助款，所以我就干脆不提。”那你注意看，他不提的区域还是老是这个区域。可能因为他的主事者不积极，可能因为他没有地方的相对的配合款。所以换句话说，就变成这样的现象一直下去。愿意做的，我继续补助。不愿意做的永远补助不到，为什么？因为他根本连案子都不申请嘛。所以这个才是我们真正的问题所在嘛。这个没有办法普及化嘛。爱走也走，不走也不走，就是这样嘛。
来，我再请教主委一个问题。是。那如果不在重点区域的话，怎么办？不在重点区域一样可以提出申请。好，来下一个。对。好，来，大家回再来，回到刚才来。好，再下一页，再下一页。不是重点区域的话，那就也可以提出申请嘛。是。然后我告诉主委一个例子了哈，这是我们嘉义市的例子。嗯、我们嘉义市，我刚才说过，我们客家人口非常少。对。但是我们有一个地方叫做园林仔，你拿。嗯哦，他客家人口，他是一个小小的聚落，大概不超过几百人。是，哦，那他一个小小的聚落，他每年办同花祭，大概有上千人去参观。嗯，我们客委会的委员也有去，嗯，哦，也有去每年去参加他的同花祭。可是他每年向客委会申请补助，都说什么？跟客家文化的相关性太低。嗯，跟客家文化相关性太低。换句话说，有的是重点文化区域，但是他不申请；那有的是不是重点文化申请？区他申请了，你们也不补助、嗯，这个问题落差在这里、啊。嗯嗯，那主委这个部分怎么解决？李委讲的是刻意无障碍的申请吗？还是说刻意无障碍就是有关童话祭啊，还有刻意无障碍童话祭也没有、啊、没有分嘛，对不对？没有分啊。好了，所以啊，来主委，我告诉你一个重点。哦，硬体的部分是。我告诉你一个重点，是现在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如果要推动客语无障碍，其实没有必要去区分重点或不重点。嗯、哦、那重点他如果他提不出来，那我们要想办法如何让他帮忙他嘛。那如果他提出来，应该也考虑不管他是不是重点发展区域。是，这个才是我们真正要落实客语无障碍的一个做法。是、哦，所以这个部分是现在客委会碰到的一个问题，我提出来让主委了解一下。好、哦，谢谢这个问题，我们会这个内部好，我们来检讨一下。好、哦，这是一个问题了。对，下面来。其实你们另外一个问题是要推动要活络产业经济嘛，包括你们在客庄，然后特别是现在所谓浪漫台山线，你们要发展这个部分。对，好，下一页。那你们发展，你们今年提出来一个计划，都说加速行动宽频服务产业，然后智慧客家4G应用服务计划，有这个计划吗？有。好，来，是诸位，下一页。你知不知道你们其实做过的 APP？跟你们做过的4G 的相关的内容其实相当多，你知不知道？来，我们看，来，这个是我在嘉义推的，我自己做了一个 APP， 中英文都有，嗯，哦，然后把嘉义的食衣住行过去的历史通通整合在一起，大家觉得非常好用，嗯，下一页。但是你们的问题在哪里？你们的问题是做了很多个 APP， 但是都没有整合了，嗯，你们有爱哈嘎，好，来下一页。你们有爱哈嘎的手机的平台 ，APP 的平台，嗯，哦，那介绍什么？介绍客家哪里去啊？美食在哪里啊？介绍完了，你们还有另外一个 APP 叫做同花祭的 APP， 嗯，好、哦，来再下来，你们还有第三个 APP 叫做台湾客家等路大道 APP 单罗啦，嗯嗯，哦，所以你们这么多 APP 都做了、嗯，但是没有把它整合在一起，嗯，所以民众不知道说，哎，我去了，我哪里可以看到最清楚的资讯嘛？嗯，没有的话，他一个一个分开做，那钱不断的投入，其实没有达到效果。所以，诸位，我今天告诉你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有关这些智慧型的，有关这些介绍型的，其实你们应该把它整合起来，不要一直做重复的事情。爱哈嘎一个 APP， 同花祭一个 APP， 客家单楼哈一个 APP， 然后各自做各自。你知不知道我查对起来哈，里面重复了一大堆。里面重复的，因为介绍来介绍去就是那些店家嘛，所以这个部分应该充分的把它整合在一起，所以诸位两件事情拜托，第一个有关客语无障碍，这个不要再去区分它是不是重点发展区，有心要推的我们就应该帮忙，无心要推的要协助他来推动，不要在自己的客语重点文化区域，结果从来不申请，从来不推动，那其实意义不大。那第二个就是这些所谓的你们的网络平台，就是所谓的4G智慧，要拼命的把它整合在一起，才能够真正有效落实，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Okay. 所以我请主委特别注意这两件事情。今天我们是业务报告，那提出来未来我们在审查预算的时候会碰到这些问题。是，但是我希望主委这两件事情务必要落实，否则就变成像我们嘉义
客家人少，跟我们申请都不补助。对，哦，那有的客家区啊，他可以补助，但是他就不申请，这个问题没有办法解决。哦，那麻烦诸位注意，谢谢。谢谢李委员哈，这两点我们都会哈来内部检讨改进，谢谢。哎，下一位卢秀燕，卢秀燕，卢秀燕委员不在。再来，曾明忠，曾明忠，曾明忠委员不在。陈赖世美，陈赖世美，陈赖世美委员不在。林德虎，林德虎，林德虎委员不在。林进宪，林进宪，林进宪委员不在。罗明才，罗明才，罗明才委员不在。周纯秀霞，周纯秀霞，周纯秀霞委员不在。郑天才，郑天才，郑天才委员不在。张立善，张立善，张立善委员不在。再来，李坤哲委员。啊，谢谢主席，主席请一下李主委。哎，李委你好，主委你好，辛苦了。哎，没有没有，谢谢谢谢。跟主委来共同讨论有关于啊我们客家母语的复兴运动。是。那整个客家母语的复兴运动，大概是从30年前1980年代开始。对。那一开始是由民间的力量来推动。嗯。那后来客委会成立，客委会在2001年成立。嗯。那到现在也已经15年了。嗯。那有公家的资源投入来共同推动。嗯，不过我们看到整体的客家母语复兴的比例提升的状况啊，其实是令人担忧。那我们看到整体听的能力提升的，大概这15年来大概提升了15%，那能够说的比例提升大概是4%左右，4.2%。这也是客委会自己提供的一个资料，那其实实际的状况是否如此，是否有这样的一个比例，其实还值得主委啊到各个客家的地区啊去探访，那应该会比较知道实际的状况。那我们现在实际上的这样的一个客语认证能力啊，其实我们也看到在104年啊来做一个例子，104年这种初级的认证的比例啊，它下降了37%，那中高级的下降了53%，这个比例是否透露出什么讯息啊？这个请主委简单说明一下。跟委员报告一下，当然这个下降哈的原因可能很多了哈，那么也许可能有很多我们需要努力去改进的空间，但其中有一个很关键的原因，就是改成这个所谓的这个现在全部都是电脑测试，电脑考试了，所以参加的部分呢，大概小学生跟中学生的部分，年轻人部分减少的比例比较少，但是对于社会人士减少的比例就比较多了。第二个就是说，其实当然推广语言，我们客委会成立之后，跟民间、跟地方政府，还有这个大家一起努力，其实它的效果呢，只是在于说可能减缓了流失的速度，但是并没有明显的有积极的回输了。那这个部分呢，其实语言的流失啊，是一个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趋势。那么现在我们在做的事情呢，就是减缓这种趋势，甚至要有机会能够扭转这样的趋势。所以至于怎么样去扭转这个趋势，我们认为大概建立在两个主要的一个动力上面。一个是再怎么样去再造客家文化，让年轻的一代对客家文化能够有所认同。那么第二个呢，其实就要让客家语言，随同我们的闽南语也好，原住民语言好，变成一个有用的语言。而要变成有用的语言呢，其实鼓励是没有用的，应该要用法律的方式来做法制化的保障。
对，主委，其实你刚才也提到重点，就是说有关于客语的认证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它是一个结果，对，但是你的起源如果让它成为一个家事的语言，对，成为一个公事的语言，对，而成为一种大家可以有用的语言，对，这其中有很多我们要从小就要开始来努力推动。那我们之前有推动这个幼幼客语闯关认证，对，那它其实是从国小从五岁到国小这个阶段，对啊，设计很多的游戏啊，融入这个幼儿的游戏之中，这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啊推动的，这样让我们的幼儿去了解这样的一个客语。那其实这个年龄我认为还可以再下降，是目前是五岁到国小这个阶段，是不是请主委简单说明一下？对，目前是五岁以上的哈。那么我们也征询了一些专家，包括幼教的专家哈，还有语言的专家，那么希望整个把这个年龄哈降到三岁哈。那么现在这部分有一些语言专家可能觉得现在目前哈马上降下去可能还有一些疑虑了哈，所以现在是慢慢的有开放，但是并没有很鼓励。那也请主委去，我们要鼓励现职的教师啊，对，去做这样的一个参加客语认证。为什么？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学校现在在推动母语，对，但是有很多非客家的重点地区，对，他因为啊可能客家的小朋友比较少，嗯，那要选这个客语的人比较少，所以有很多学校甚至啊我认为是非常不恰当，对，就是要他们去修其他的，对，例如这个荷罗威或是其他的母语啊，对，我认为这个对客家母语的推动啊是一个伤害，是，那我们应该这个主委啊要去跟教育部我们来共同去了解目前这样的状况是有几间学校是有这个状况。那如果是非客家重点地区，我们要鼓励县址的教师啊，去做这样的一个客语认证，让他在上课的时候有可以让他有能力去来开这个班。这个请主委简单说明一下好不好？对，现在这个在学校教育体系里面哈，其实这个客语哈，就是本土语言的上课，其实问题都一直存在。那么我们过去呢，就是有听到哪一个学校有对客语比较有不公平的地方，我们会去关心和去处理，但这个事情永远这样处理哈，其实都没有办法解决。所以我觉得最根本的方法还是哈，要透过一个法制化的哈，法制化。所以将来希望在教育体系里面应该担负怎么样一个公共责任，那么甚至在哈这个公务体系里面哈，还有很多其他的啊，这那个社会各层面哈，对于语言本土，尤其是本土语言的哈，所以这个第一。几个方法了，一个就是包括文化部会结合原住民委员会还有客家委员会共同去制定哈这个国家语言发展法，或者是另外还有一个建议，就是我们针对啊客家的流行文化，对客家的流行音乐啊，对，要把它让整个啊我们客家地区啊或者是非客家地区相关的活动的多元性啊，是让它融入这个客家的流行文化，对客家流行音乐，对，这样啊对于推动年轻的一辈他们在参与这样的一个客家事务的时候，对会更有他们的一个吸引力，对对。另外、啊、主委我要请教你，就是说我们现在啊这个客家的啊发展的重点地区啊，对目前暂列有68个，是不是69个乡镇，现在有69个。是。那我们相关的，在99年的时候，我们高普考有新增这个客家事务行政类科。是。那这个行政类科啊，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是有很多的问题，因为他一开始只考笔试。是。到105年才加入这个口试。是，今年对。好、哦，那我们现在这个很多的这种啊、大概。有41个客家的重点的发展地区啊，其实还没有完全的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啊、行政类科的相关人员进驻，是不是？请简单说明一下。这个部分我不是很清楚，是不是可以的？现在69个，大概只有49个里面应该没有全部了，因为总共每一年哈、考大概是2个名额是吧？还3个名额？4个名额，所以累计起来也不过大概不会超过20个名额。所以你看，我们有69个重点的客家啊的发展地区，但是只有41个有这样的一个啊客语的行政类科的人啊进驻。那非重点地区怎么办？这个主委，我在
内政委员会有多次的质询跟要求，就是我们非重点地区，例如三民区，对，三民区的客家的乡亲非常的多，对对，但是我们三民区不是重点地区吧？请简单说明。对，都会区里面现在都是一个未来哈，在客家基本法里面啊，我们会这个重新再去定义。所以我一再的要请主委去推动，就是在非重点地区，例如三民区这样的地区，对，我们的公家机关啊，要有能够去说客家话能力的，对，公务员或者是志工，是，这不只是三民区，全国各行政区啊，请主委啊去注意一下 ，OK， 哦，让我们尤其是老一辈的，是我们客家的，对，阿公阿嬷，如果到公家机关去处理事务的时候，对，能够更清楚的了解他们的权益啊，是，哦，这个请主委注意 ，OK， 好，谢谢，好，谢谢李委员，谢谢。下一位，我们请庄孔绍委员发言咨询。好，主席，有请主委。哎，钟委员你好。好，诸位哦，在座的那人，大家好，预约同仁大家好啦吼。啊，初一早晨也差不多的啦，我讲啊，市民该讲都差不多都结束过啦。啊，早晨唐海安多委员啊，针对到那人客家业务也提出许多不同的意见跟看法啊。嗯。啊，最主要大家讲的拢差不多啦。哦，讲诶，台山县也好啦，哈，啊，客家话传承也好，啊，客家话硬体诶建设也好，其实最主要，客家拢希望，客家话、客家文化继续传承下去啊，啊，安样诶传承下去哦，啊，我记得注意，特别有讲过啊，哈，啊，用纽西兰那个毛利幼稚园。啊，用这种方式啊，用他们一直表达的，用该强雄的方式，啊，比神话式的方式哈，比吃吃演演，啊，如讲出来的客家话，是，所以咱两年的要讲客家话哦，唐老师的只有一个，主席唐老师，潘氏那一个唔错，蚂蚁的话哦，阿不拿蚂蚁啊，讲当然要讲做公司一个毛啊，唔是讲的呀，讲的你啰呀。啊，最主要的人客家话，伊咧阿讲无客家话，也无客家文化啦。嗯客家话无迄个，客家文化路边啊博物馆来啦。嗯。哦，本人一看，啊，也有特别台湾语也客家人，啊，客家人更加无诶，唔晓得讲客家话诶。嗯。存多诶咧，唔能更加更多诶，如何博物馆。嗯嗯。啊，实际上对咱人客家，尤其咱人客家话。要继续下去哦，所以我看人业务报告也特别有讲到，啊，对到咱客家话运用的段一景砸下去，运用的段咱客家话继续传承下去，运用的段咱客家文化传承下去，变咱个今日的主题啦哈，客家话要扎根啦哈，啊，咱客家新传师哈，啊，无新传师。你要没办法同人家客家话传下去啊，所以呢，你对这些新传师也好，啊，人家客家话也好啊，啊，实际上，人家一直在讲的啊，沉浸式的啊教学啊，啊，从他们讲的啊，注意，侬把一直弄在强调啊，纽西兰用的对的毛利族，啊，用的对的毛利族的语言，用的传承下去，对幼稚园。对家庭，啊，继续去培养。当然，家庭教育最重要啦。你家庭如果哦，别像啊，两公婆如乡人啦，啊，对些人来讲话咪，要用讲北京话来讲啊。啊，实际上对人客家话，虽然讲啊客家人啊，在台湾有400万啦。啊，实际上叫来讲客家话哦，啊，讲讲那把木存到100万了。啊，做原因。差不多200。
我讲合法的啊，系我讲话有百分之七十八。万有七十人怕，没中中考七十八，但是六十岁以上的哈，差不多七十人怕了。好，六十岁以下，六十一还有上，就一还有上，当然六十五嘛哈。所以，也有一些党组的高用问题的哈，因为高用问题变成中海人压中央机的，加许多好高用高用讲合法咯，可以讲合法来发钱。那么如果本身上吊牌的哦，啊，实际上我比带一个白纸的讲一下话，提好高吼，啊，讲合法，啊，唔讲北京话，啊，本伊的一种高用样的哦，啊，但是对着上海中人的合法传承，啊，伊的也合法传承，所以人的1988年给他，啊，像注意给他嘛要参加啦哦，反给他人的香港哦。万爱人的母语啦，哈，因为讲客家语已经有意思多嘞。那人家客家话还冇再继续打戏哦。那人客家语如果咩嘞？哎呀，我将人家讲的平埔族中央哈，啊，变来伊啊语言也冇嘞，啊，比同化一点，啊，变来讲讲就讲好多话。所以对着人家对1988年，啊，实际上开始重视到人家客家，也对陈水扁做总统嘅，啊，伊成立人家客语币。啊，甚至后来成立那个客家电视台。啊，对着亚中一路过来，已经算那样20几年了呢，哈。20几年行街头。啊，路遇到那个客家话，行街头。啊，20几年来，那个客家，注意，那个客家人讲客家，见来见多啊，见来见少。可以讲，应该进少，但是那个减少的幅度哈，比以前哈，过趋缓了哈。就以前可能每一年要减，比如讲20%哈，今可能一年差不多减5-6%呢了。继续还是少了哈，但是那个已经哈非常不容易了，因为大家有努力了，但是根本哈，要来阻止那个下降的那个趋势哈，还要过太个努力了，过多石头来做了。所以过多石头，多数人啊，前面特别讲啊，哎呀，怎样来从教育落实下去？当然，单靠校委会哦，可能没办法了。是是错，人力经费也有限哦。嘿，那个是从教育部的哦。他跟中央来合作，对到教育啊，庄主义讲的，啊，那人对到幼稚园，啊，充电式的，甚至莫再做一点硬体的，同一个更加偏向啊，你也记得偏向，将来更加的苗栗师傅出了，啊，超明这位，苗栗嗰度偏向哈，拢客家庄的，但是后生的搬出去的，啊，变来也生意呢。冇生意嘅地读书，啊，佢就学教学状咧，虽然冇学教嘅嗬，佢状态话嗬，次人人都会上面嘅，人口都见到减少，讲下话出了班出去都讲国语嘅，讲好多话嘅，啊，实在讲啊，啊，不如啊，人讲啊，沉浸式的教学，啊，比落实到的幼稚园也好，啊，国小也好，但是我同注意报告嘅哦。更加得好高哈，虽然人家硬讲啊，纯浸式的教育，但是得好高哈，一礼拜能上一节课，系啊系，啊一礼拜上一节课，小学一礼拜上一节课，啊好过多嘛个多，有冇可能好喂啊？系啊，啊，一路硬讲啊，啊应付啦，系咩建议啦？哈，注意，系咪学教，要到中间学教也好啦，他们做评鉴的哦，就用教育部的评鉴的标准地位，用一种评鉴的方式，讲那样学校都在顶多人来学校语言，他们有重点的支持，也算有加强，对评鉴来比加分，用一种方式，包括注意教训也对按照语言来问过啊。客家基本法哦，啊，特别来做修正嘛哈，因为也有讲到，人家客家基本法内底几百条文哈，实际上，你讲了别一个，要讲合法，你又讲啊，你讲乜嘢啊？你还考哪一本考到嘅咧？有然后有然后，系，假把睇好看了嘅啊，系啦，啊，本人看了用啊，所以注意讲啊，冇唔错哈，
那人对法律地不再来咯，雇佣人过来规范，过来提规定工人，不以落实到对法律里边来规范哦，可能对咱那客家文化传承，不过有帮助。啊，注意注意，对到也一点，啊，俺们提出注意的看法吧。哦，感谢总理哈，对客家文化、客家语言的传承哈，有按陈一辈按的建议了。这第一点呢哈，当然对教育部来讲哈，也跟俺们会转塔哈，俺们也会跟天气跟教育部哈有开始间的哈，特别来强调个哈，也跟讲立法院有按那个意见，俺们其实过去啊哈，也有对那个那教育部表态俺们的一个想法啦。但是呢，以现在客家文化推广最大的问题就讲哈。那人对所有的部分所提出的一条要求哈，也无嘛个哈，要参加的哈。唔系啊，各有家事，我哋有立法委员、市政府哦，有立法副市长哦，爱做局长，爱嘛不是不含不含义吗？有家事啊，那你绝对有办法啦。系啊，他又不来哦，他家中央来答辩啦。OK， 嘿，同埋你中央李委员也有讲啊，客家无障碍语言啊，无障碍的推动哈。唔单止好 VV 嘅经营啦，系啊，李委员，那人叫我来向教育部帮忙申请啦。阿伯刚刚主委道出他的心声啦，有立法院刚开一个客委会哦，要去推动客家的语言文化跟传承，相对的他的经费哦，总偷偷数也不过28亿啊，28亿要推动全台湾省的客家哦。你不管是文化的传承跟语言的传承跟产业的发展，客家产业的发展其实都有它的障碍，它的编列的预算哦，其实不足以来支撑这么多，所以还对着配布一样哈，用阿来天书来帮忙哈。OK， 这地方啊，我有一份资料，给李秀龙以作为上次报告了哈，你特别有啊，这边有做出来哈、哦，先有调查过了哈、哦，再下一张，好呀哈，伊这边对着那客家宣传时的困境哈，伊做一点研究报告，研究报告本来拿 VV 也评分最优等的哦，啊 ，OK， 啊伊做出来，讲出那人宣传时的做嘛个困难的问题哦，包括。婚礼的高模式他被搞出来了，哎，啊，招生也困难了，啊，客家史书啊，哈，缺失了，客语的核销啊，哈，哎，啊，又归繁琐，啊，客家话繁经的语言，其实也无联系被说出来了，啊，当然，咱人客家话，咱人辽宁用西安梗。西安强来讲，讲咱两万个股东呢，冇问题。我喺讲新竹强家哦，冇做得啦，冇做得啦，谈一般一般啦。我重点是讲啊，既然有研究一份做报告哦，本初一可以做成果啦。第二，既然提你两个新人家诶，能平均也报告底背，最多能客家宣传时诶。用技术来发展人客家语言，碰到某个困境哦， okay. 来突破一份资料， okay. 注意可以好好啊来研究一下哈。哦、既然虽然没民进党执政的时间了，但是有也报告的加成啦哈， okay. 研究的加成。好、哦，我用时间也唔会清楚。啊，底下他要等注意互相向下来努力来达标啦哈。OK， 好，感谢感谢。讲向下来达标啦，向下来达标。啊，如从天师讲的呀哈，好多人哦，台本有讲有限来了，因为听天师讲过吼，讲有限来了，安置些什么？从台本有讲，啊，最主要呢，客家话用的继续行用的推广行说下去哦，可能对咱客家文化能有帮助啦哈。多谢多谢注意啦！哦，感谢感谢哈，感谢总员关心。多谢主席，本来加两分钟的时间，多谢你们。好，谢谢钟委员。我们现在请姚文智姚委员。啊，
主席，各位先进，我想请主委李主委。好，请主委，谢谢。哎，姚委员你好。早上好像讨论到说，未来这个小朋友的课余认证，奖金的制度要取消哈。那其实本席是支持了哈，就说这样的一个做法，当然让课余的教育变成正常啊。那但是不管是闽南语或客语啊，现在在中小学里面的教学啊，它到底啊这个。母语到底有没有落实？主委，您上任以后有没有跟教育部协调过，或者是有讨论过这样的如何落实的事情？有没有？跟姚委员报告，谢谢哈，姚委员的关心哈。这个我们其实课委会跟教育部哈，其实有固定的一个叫做本土语言哈教育的一些固定的一些会议了。那么其实很多的议题啊，我们在这个会上啊也都有提出来。那么我个人碰到包括教育部的一些部长或者市长的时候，也会跟他谈到我们课委会的一些期待，但是呢，总是觉得哈，这中间的沟通啊，其实因为整个教育体制很大，也许部长同意哈，可是但是呢，执行起来呢就很困难，所以本土语言教学不只是客家了，对啊，客家其实尤其在那边做更弱势了哈，所以常常遭遇到有一些学校哈啊比较不合理哈这一些待遇了。那但总之来讲，就是现在目前整个本土语言的政策呢，是应该是到了一个检讨的时刻了。因为一个礼拜才一个小时，而这一个小时呢，有的时候是在早那个上晨会的时候，有的是在中午休息的时候，有的时候在是下课之后啊，所以每一个学校的方法都不太一样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鼓励哈，还有协调当然是有帮助了，但是最根本的一个解决方法。还是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叫客家基本法里面呢，必须授权哈，对于客家语言的发展，那么要订一些法制化的规定哈。那么这规定呢是客语哈，包括教育单位、包括公务机关哈，还有一些民间的一些团体啊，怎么样共同来落实哈本土语言跟客家语言的一些发展。所以我们正在进行这件事情，也请委员多支持。谢谢，对，谢谢哈。这个其实啊，客委会应该要扮演龙头的角色了。是，虽然你说恐怕比这个福老化或者闽南化更弱势啊。对。但是福老化并没有福老事务或福老文化委员会啊。那客委会，不管是各种不同的母语啊，甚至包括原住民的母语啊，那客委会其实可以扮演这个真正龙头的角色啊。其实我倒建议了啊，你若取消掉一般，因为我觉得那是基本的。就是如果是选择客家母语的这个教学啊，那么各个学校按照一定的这个时数啊，严格落实，我想这是一个基本的要求。但是讲得好哦，就是说客家族群本身讲得好的，有没有其他的奖励？比如说有没有客语演讲比赛？比如说有没有这样的比赛？然后它是一个让整个媒体舆论大家都很，大家都很这个很专注，很期待。就像每年金钟奖、金马奖啊，坦白讲，今年金钟奖当然有的东西我们大家觉得糟尖了哈，觉得糟尖。但是以客家文化来讲，客家能不能有这样的一个企图心，这样的一个做法，它可以跨界，它可以纳入主流了。其实客家不要局促一语啊。我刚刚开头就跟你讲，客家文化你应该是变成是福老或者是原住民各种不同文化的领头羊啦。因为我们现在的制度的设计里头啊，就你这个部会跟原民会嘛。就是说那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规划？这个部分其实都有了，现在制度里面就有啊，比如说文化部所主办的这个，包括这个原创音乐奖哈，还有金曲奖哈，都有哈客语组的部分啊，所以这个部分都没有问题。其实我都知道，对，以前我也办过。对对，你当过新闻局局长，我也办过，对，这我都知道。对，但现在有一个问题啊，其实我今天比较要跟你谈的，对，是怎么样变成主流化了？
啊，我们在讲说性别主流化，啊，其实客家文化进入主流化的位置，客家也有可以有金马奖，客家也有可以有金钟奖，对不对？我们还有客家首都，对不对？主委，我们客家首都在哪里？有没有客家首都啊？我们其实我记得啊，我印象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那谁可以补充说明一下？客家首都我倒没有，可能有一些当时选举的时候有人提出哪一个县市是客家首都，但是并没有正式的所谓的一个客家首都，其实就是台湾作为客家的首都了。好的，世界性的客家新都，世界客家人的首都，世界新都了，新都哈，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诠释嘛。是是，那怎么样跨入主流啊？不要自我局限在这个客家语言文化的领域里面。我觉得是坦白讲，这个阶段哈，对客家委员会应该要走出去了哈。比如说啊，你在取消掉这个小学生的这个基本的奖励的同时啊，其实你可以说，如果像我这样的一个辅导背景啊，会讲客语啊，你办个比赛，高额奖金，高额奖金100万，比如说。大家都来参加，那个鼓励的性质哈，那个鼓励的性质哈，以及吸引非客籍文化，大家同时关心这样的一个文化的这个的做法哈，恐怕可以帮助你啊走出去，不管是跨界走出去，或者是纳入我们的这个商业的主流文化的主流哈，我觉得这都是这个阶段该做，像我刚刚说的，你做一个世界客籍的首都台湾，其实我觉得这个定位也不错啊，很有信心啊，很有信心啊。那这里面包括什么？包括可能中国其他的地方，那是不是可以来啊？比如说现在陆客不来的时候，你客委会主委喊话啊，所有客籍的都来啊，好，各个不同的区域的到我们台山县浪漫大道啊。好，或者是说你这个，我刚刚讲那个概念，你再强化，你大家一起来比客语，大家好像今天傍晚你有这个客家美食的比赛嘛，对不对？对，好，那你也可以找这个猴肉的阿基斯什么，大家拼一下啊，我的意思是说，在这个阶段，我们过去当然经历过。这个客家族群在整个社会经济文化上的弱势，那我们逐步来调整啊，逐步在努力啊。刚刚我想诸位委员大家好、啊、也都是这样的一个方向，但是怎么样更有信心的跨出去，而这个跨出去哦，是能够让客家站在主流的位置，比如说你自己，你可以自己办你什么样的奖，可以自己来吸引其他族群、其他语言的这个加入投入啊，这些，或者是说，我们的两岸的旅游遇到困境啊，我们现在主席也去争取啊，但是你客家也可以争取啊，比如我姓姚的也可以争取啊，各种不同的方式啊。在多元文化互相的激荡交流里面、去扮演更积极领头羊的角色了。其实我是观察哈，这几年，主席一点点时间了，我把它讲完。这几年我们对于族群地位的这个平反啊，已经逐渐做到了啊。但是这个文化怎么样继续来发扬啊？那透过鼓励或者透过各种不同的机制，啊，让跨界、跨文化都能够注意到，我觉得这是一个不止客家文化了哈、这个福老文化、其他文化其实都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哈、那过去我们有推过电影啊，现在台山县啊，或者是各种不同的这个做法哈、我觉得哦，主委应该要突破哈，应该要突破。新政府有很多的困难了哈，那这个客家哈是最容易，我的看法了哈，最容易心力啊，不，这个心力了哈，心力哈，
除弊给别人去做了，除弊给别人去做，那么好好心力，然后创造出很多亮点啊，那持续去做的、去努力的一个方向啊，谢谢。谢谢，谢谢姚委员，谢谢。谢谢姚委员，我们现在请吴其明吴委员。主席主委一位先进我请主委上台。麻烦请李主委。委员你好。主委好。主委今天也是我们的客家业务报告我们的客事会针对说你的报告来对未来我们的客事会要推动的我们都是非常的肯定包括是我们新政府我们推动我们的台山县包括讲吼，咱的高雄美浓，这拢是真好的政策。尤其咱客家人吼，拢是吼，那个持俭持家哈，勤俭持家啦，拢是吼非常的困难吼。对咱的地方吼，大家吼拢是非常凝聚力，拢非常的高。本身有心的就是安那。在你过去，咱的顶年，咱的预算哈，咱有25亿，但是咱今年增加到28亿。但是28亿，咱的重心拢在台山县，以及我们的高雄美浓。但是我即马担忧的，就是咱的新北市。尤其新北市，咱的过去的新北市所占的咱的客家人口，有53万。53万是有涉及在新北市啊、没有涉及在新北市，我看。还有10多万，那就将近要70万的人口，70万人口未来，咱伫新北市过去要推动的，包括咱过去的政府做了好，当然咱也去延续啦。包括咱过去咱的桐花，桐花就象征着咱的客家的文化嘛。所以咱的客家文化伫咱的新北市，当过去推动了非常的成功。包括我举例。在我土城这个选区，你土城问的桐花季，桐花季够的桐花步道，所以讲哦，这东西过去苏贞昌做馆长的时阵，来推动哦一乡一特色，伫土城就是推动这个桐花，所以一个桐花每一遍的桐花季拢办了真成功，我嘛是唔忙讲注意，未来的重心也不要说哦浪漫台山县，也不要说在高雄美浓。新北市，这边，咱的客家族群的权利，咱一定要甲顾。所以伫这个部分，我嘛要拜托讲，伫咱的今年度，因为咱的桐花季都是5月份嘛，已经办过了嘛。是。我希望讲伫咱明年这个桐花季，会当由咱的客委会直接，落来咱地方来办这个方的桐花季。你看安尼有问题不？跟吴员报告哈，其实土城的桐花季啊，应该是全台湾最早举办的桐花季了，所以而且每一年办的成果呢，其实都很不错哈，所以未来一定是一样的哈，那个继续支持了，这个不会有问题的。没有问题了。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好，谢谢诸位。谢谢。因为伫这土城这个桐花季哈，尤其呢。在我们的网站里面，我们的 APP APP 里面我们有看到桐城的桐花季桐花步道，但是在我们的桐花护照我们推动的那个桐花护照嘛，桐花护照里面就没有记载是不是说在这里一定要同步土城这个地方一定要记载下去。OK， 同样不到护照里面没有没有图章。OK， 好，这部分我们会这我给注意提醒再来咧，就是咱大家上关心的，伫咱三峡哈，三峡咱的客家文化园区，客家文化园区有4公顷的土地，咱目前哈已经哈1公顷，就是咱的客家园区哈即马已经建造完成，还有3公顷哈已经拢闲置伫啊，即马拢是占用，尤其这块土地。是伫咱的三峡，马上的精华地段，紧邻咱的高速公路的交流道，未来咱的捷运三莺线，都会经过，所以讲伫这个3公顷这个土地，即马过去拢互人占用嘛，占用当地时咧，咱的新北市，咱的客家事务局，含咱的占用户，
22户吧，啊，记得22户，啊，总经费哈，补偿的经费是1亿3000万，但是新北市，哈，啊，咱的客家事务局没办法去符合这个补偿的费用，这个金额是不是讲咱的，哦，咱的客委会这平民有法同来协助这块土地来甲取得，和咱的客家园区会当讲更加完整，哦，这个部分注意你的看法呢？欸，跟吴委员报告哈，这个第一个，这个客家文化园区，因为这是属于新北市的哈，嗯，所以这个土地的问题啊，必须要新北市政府能够先解决。因为客委会的预算啊，没有办法编列去征收土地或者是补偿，没有办法去做这方面的用途了。因为这个你高新北市的客委会，当然它本身能力应该可能也不够，但是应该是新北市政府啊去处理好，处理好接下来上面的哈，啊，计上物啊一些需要的一些这个那个建设哈，啊，这个我们会来支持了。但土地的部分很抱歉，这个部分哈，已经跟占有户哈，已经开过两遍的协调会，嗯，啊，两遍协调会就是因为新北市咱的客家事务局本身伊的经费预算就没那么多，对，啊，所以要面临个1亿3000万，对，所以讲，哎，伫咱的中央，咱的客委会这边面，有法同讲来个协助无？哦，那有法同协助，你看讲伊拄只来上业来。没有，你看伊这个腹地哈，就在那个高速公路就交流道旁边，哦，交流道一下来都，就是咱这个4公顷这个土地，嗯，所以讲这未来咱要发展讲吼，咱的客家文化，哦，这个当讲一个真好的所在，哦，所以伫这个部分哦，你既然甲讲吼，咱要推广讲咱的客家文化嘛，咱客家的美食嘛，客家的活动嘛，嗯，当讲真侪拢来用伫新北市，大家都可以。客家人都可以受益得到啊，所以讲伫这个部分，是不是讲咱的中央会当来协助咱的地方，大家共同解决这个问题？刚刚跟那个委员报告过了，就是说客委会的预算的科目里面，啊，是不能够做土地的征收或补偿这件事情的，啊，其他的地上物的一些客家文化设施的建设，这个客委会可以支持，但是这个土地的问题啊，必须要地方政府先解决哈，啊。那么客委会这个预算是没有办法用到这个地方的。这个是预算法的那个规范，啊，嗯嗯，哎，嗯嗯，就跟委员这个做这样的一个报告这样。那如果是这个问题卡在的，但是未来嘛是个变成个，更是闲置底下嘛是要个无法动个推动。是啊，这个部分当然我们也希望，因为这个是其实已经存在很多年了，我知道。啊，对。要现在能够解到这个程度，其实坦白讲也已经不容易了。那么如果只剩下经费问题，我认为应该哈，可能新北市那个市政府那边呢，啊，他们看看是不是可以去处理啊。因为就是从预算法的角度，我们客委会所编列的这个预算是不能够去做土地的那个购买，或者是征收，或者是补偿。哎，这个部分跟委员报告一下。好，那主委啊，我请问你，对，如果这个土地只有3000万，市政府有能力好好啦，把你征收了后咧，但是后边会后续那一些硬体软体，对对对对，经费，这个部分客委会是不是我懂？这个部分客委会的经费就可以支应，然后大家再来看看，就是说要做什么样的东西哈，然后这个把计划哈这个提出来，大家商量，然后这个我们可以支持，对，没问题吧？哎，这个注意，这个地上物的部分，这个客委会的预算是没有问题，但是还是要看计划的内容了。好，我们大家一起来讨论嘛。好，哎，好。好，就这样。OK， 好，好，谢谢，好，谢谢吴委员，谢谢。好，谢谢诸位。好，所有登记委员，除不在场外，其余均已发言完毕，询答结束。委员徐正卫、吴志阳所提出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并请相关机关另以书面答复。本日会议委员会。所提质询未及答复部分，请另以书面答复。散会。谢谢。谢谢啊。先慢点。诸位啊，今年明年28亿耶，花莲只有2500万呢。不会是只有2500万？为什么是那个产业，而且是今年的预算在做的？好，那个花莲是给他几万的预算。我刚刚讲的，我刚才有个统计数字，这个花莲县就你说百分之，我觉得没有那么高哎。
而且你那个花莲市那个做那个什么那个。好，可以吗？好，可以转发你的电话。好，可以有关联到。